OK 的吧哈，我们准时开会哈，所以拍谁了哈？记者朋友们，拍谁哈？不好意思哈，我们开会时间到了哈，所以我们准时开会哈。好，现在我们请主任秘书报告出席委员人数。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已足法定人数。好，我们现在宣布开会。我们请议事人员宣读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的议事录。宣读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财政委员会第十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4月18日星期一上午9:05至11:50；中华民国105年4月21日星期四上午9:01至12:15。地点：本院清贤楼九楼大礼堂。出席委员：郑明忠委员等13人，内席委员林德虎委员等28人，内席官员。105年4月18日星期一，审计部审计长林庆龙、行政院主计总处主计长施淑梅及其他相关机关人员等。105年4月21日星期四，财政部部长张盛和及其他相关机关人员等。主席如召集委员秀燕。105年4月18日星期一，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议事录确定。讨论事项，审查中华民国103年度中央政府总结算审核报告。含附属单位结算及中计表案管理，一单位结算，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银行局、证券期货局、保险局、检察局，其他查核事项，特别结算以前年度转入数结算表。二附属单位结算，营业基金单位、中央银行（含中央造币厂、中央印制厂）、中央存款保险公司。三附属单位结算，非营业特种基金单位：一特别收入基金、金融监督管理基金；二其他特种基金。保险业务发展基金、金融研究发展基金。经审计部林审计长提出报告后，既有委员曾明忠等11人提出质询，经行政院主计总处石主计长、审计部王沪审计长等相关人员予以答复，决定一报告及行答完毕；二委员质询未及答复部分，请相关主管机关于1周内以书面答复；三委员质询中要求提供之相关资料，亦请于期限内送交各相关委员。决议。本次审查有关各单位预算之执行、政策之实施及特别事件之审核救济等事项，均照列。105年4月21日星期四，讨论事项：一、审查本院委员卢秀燕等16人拟具《货物税条例》第12条之5条文修正草案案；二、审查本院委员卢秀燕等16人拟具《归会法》第12条条文修正草案案。经委员卢秀燕说明提案要旨，并由财政部张部长回应委员提案后，具有委员黄国昌等12人提出质询，经财政部张部长等相关人员予以答复，决定一报告及行答完毕；二委员陈赖淑梅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财政部以书面答复；三委员质询未及答复部分，请财政部于1周内以书面答复；四委员质询中要求提供之相关资料，亦请于期限内送交各相关委员。决议第一案，审查本院委员卢秀燕等16人拟具《货物税条例》第12条之5条文修正草案案。一、审查结果，除修正第三项为，自中华民国105年1月8日起，配偶或二亲等以内亲属购买新小客车、小货车、小客货两用车或机车，且完成新领牌照登记者，适用前2项规定及第5项不予增列外，其已经照案通过。二、本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宴会讨论，务须交由党团协商。宴会讨论时，由卢召集委员秀燕补充说明。第二案，审查本院委员卢秀燕等16人拟具《归会法》第12条条文修正草案案。一、审查结果，修正第5款如下：五顿点，老人、身心障碍者、低收入户、学生之身份证明文件，其已经照案通过。二、本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宴会讨论，务须交由党团协商。宴会讨论时，由卢召集委员秀燕补充说明。宣读完毕。啊，请问各位委员对上次议事录有没有异议？还没有异议，我们确定。那我们现在请议事人员宣读今天的议程。今日议程邀请财政部张部长盛和经济部次长就跨境电子商务发展以租税制度做专题报告，并被质询。讨论事项：处理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函为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105年度预算决议，冻结业务推广会及广告会340万元及155,000元之1/10一案。宣读完毕。
好，我们向委员会报告，我们今天的议程两个案子长，我们采分别报告合并答询的方式来进行。我们现在首先，我们请财政部长张部长来做报告，然后再来请经济部沈次长来做报告，再来请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王主任报告。那我现在首先，我们请财政部长张部长来报告了。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早。今天诚邀贵委员会来报告跨境电子商务发展跟注税制度，非常荣幸。以前，那近年来由于网络快速的发展、行动装置的普及、支付系统的多元，使得跨境交易更迅速、更简便。那国人比较关心跨境交易的问题，大概就是现行课税的制度是不是合宜，稽征机关有没有落实查核等作业。以下就财政部相关的因应措施简要的报告如下。第一个，在法制面，我们订定了网络交易课征营业税跟所得税的规范。我们认为网络交易跟实体交易应该采行一致性的课税原则，所以在1994年5月5号，我们根据现行的营业税法跟所得税法的法规，我们订定了这个课税的规范，以利征纳双方来依循。报告接着报告未来研议的方向，我们参照 OECD 的建议来研定。那由于网络交易的频繁，对产生的相关的课税问题有几项。第一项就是低价货物或劳务免课税这个门槛的问题。第二个就是交易的讯息隐秘，很难掌握交易的资料。第三个问题是营业人会借由管辖权的选择来规避税负。所以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OECD 在2014年9月发布了税基侵蚀及利润移转的行动计划，其中计划的第一项就是数位经济时代的租税挑战。那他们在对现行的税制提出了以下的建议。第一个，营业税的部分，他们建议取消低价货物课征免征营业税的免税门槛。第二个，他们要求非居住者的供应商能够在消费地国办理营业的登记。在所得税的部分，他们建议企业的核心业务如果是从事完全无实体化的数位活动，而且在某个国家有显著的数位化存在，那该企业应该在那个国家被视为所得税的纳税主体。第二个建议是，网络交易通常没有固定营业场所或长寿机构，那电子商务通常会使用信用卡或电子来付款，所以他建议由金融机构在支付款项的时候能够便于扣缴税款。第三点，他们建议引进频宽税或者位元税，以网站的使用频宽或流量为基础，采取累进税率课税来维持数位经济跟传统经济的租税负担的公平性。那根据这个建议，财政部就在103年跟104年委托学者来研究网络交易的营业税跟所得税来做研究。根据这个研究的结论跟建议，目前财政部规划了短期跟中长期的措施。第一个，短期措施方面，我们认为目前的免税门槛要维持，不过我们要研议对交易次数频繁取消适用免税的规定。我们参考其他国家的免税的门槛，认为我国目前以3000元作为免税的门槛还算适当，没有偏高的情况。如果要取消这个门槛，可能会影响通关的效率，大幅度增加海关的人力负荷跟稽征成本，所以我们短期认为要维持这个3000元免征营业税的规定。不过，我们为了避免
超过3000元以上的货物分批次进口，来取巧适用这个低价免税。所以我们在103年就修正了邮包的规定。我们规定说，邮包如果从国外同一地址寄到国内的同一地址或同一个收件人，30天内次数达到2次以上，或者半年内达到6次以上，就不适用这个3000元以内免税的规定，来防止进口邮包化整为零，来规避进口税捐。那接着我们也检讨修正关税法有关快递货物免税限额的事宜，对买受人在一定期间内购买次数频繁的，也排除免征关税跟营业税的规定。那这个案子已经在4月21号行政院院会通过，那目前已经送到大院审议。如果大院通过的话，本部也后续也会配合研议修正相关的执法规。那中长期方面，我们规划修正外国公司来在台办理营业登记的规定。我们营业税现行对跨境商务课征营业税的方式有2种，第一个就是逆向课税，由买受人自行来缴纳营业税；第二个，规定由国外的销售业者在消费帝国办理营业登记报缴营业税。那目前我们采行逆向课税的机制，符合国际的做法跟消费地课税的原则。那我们观察到亚洲的邻近国家中，韩国在去年7月1号起就对国外销售业者他们就包括 B2B、B2C 的交易，它规定国外的销售业者应该要办理简易的营业登记来报缴营业税。日本在去年的10月1号也规定，这个跨境的电子劳务的销售业者卖到日本境内的 B2C 交易也要办理营业登记来报缴营业税。那根据日本官网的资料显示，从修法到今年3月30号止，日本已经有54家国外销售业者办理税籍登记。那新加坡他认为这个课税方式有许多要件要有待检视，未必能够降低稽征成本、掌握税源，需要审慎研议，所以新加坡目前也没有采行这个建议。那么综上，我们认为为了兼顾租税公平跟税政简便、掌握税源，所以我们在研议 OECD 建议的可行性，我们会将课税的主体由买受人移转到销售业者，规定国外的销售业者在台办理营业登记跟报缴营业税。不过亚洲邻近国家对这个做法还没有一致，是这个做法会不会冲击到外国电子商务产业来投资台湾的意愿，影响经济发展，我们这些都应该要纳入考量。那所得税的部分，国际之间的做法也没有一致的共识。世界上主要的国家都认为要沿用现在的所得税法跟相关的课征规定，还没有对网络交易修正所得税法跟制定专法。OECD 的报告也认为，如果有关所得税的建议要需要大量修订目前的国际课税标准，还有进一步的做实证分析，所以认为这个行动计划需要再行研议。我们会持续关注国际的动向跟各国的执行情形，来适时检讨，来修正我国的税法。第二个部分报道查核面，我们在财政部在102年4月29号就成立了网络交易课税专案的小组，来收集金流、物流、资讯流来进行查核。那查核的结果跟各位委员来报告，我们从102年5月到今年的3月，快递货物跟邮包已经补税的件数有53万件，补税的金额有7.4亿元。在内地税的部分，我们查核了6000家，补征营业税3.8亿元，罚完大概有3亿元。那么为了了解网络交易的情形，厘证营业人的税籍跟销售方式，我们赋税署在103年11月14号也核定了各地区国税局要健全网络交易营业人税籍管理的作业计划，
那请过税各国税局进行税局清查。目前到今年三月，清查了88万家，网络销售额估计大概3000亿元。那为了落实查核电子商务的申报缴纳情形，那105年维护租税公平重点的计划，我们也把网络交易的查核作业项目列为重点工作计划之一，来加强查核啊，网络交易的营业人有没有规定报缴税间。那最后报告创新面，就是要建构跨境电子商务货物通关的制度。那我们正在收集分析世界关务组织各会员国以及中国大陆海关的跨境电子商务通关管理的发展状况，那也根据行政院所研定的电子商务产业发展的指导小组的指示，原则上是正面开放、负面管制为辅的报告。那现行的关务法规，我们就跨境电子商务平台业者，还有通关服务的平台的业者，还有电商业者等等这三大业者，在报关前交易阶段的业者，并没有相关的监管法规。未来我们会朝严定电子商务货物通关管理的规定，对在邮包货物、快递货物两种跨境零售商品通关的管道，用4大核心理念，就是源头管理、简易优惠通关、清单核放汇总申报以及电子商务通关服务平台，这个4大核心理念来建构未来我国的跨境电子商务的货物通关制度。那这4大理念简单的报告如下：第一个，源头管理，我们透过跨境电子交易平台如果能够获得确认，我们就可以确保交易内容跟价格的真实性，那偷漏税会逃避牵审的问题就可以获得绝大部分的解决。第二个是简易优惠通关，我们如果能够用源头管理，那海关在实体货物在通关的时候完全用无纸化通关，就比现行快递货物更加的便利跟优惠，那跨境的交易就可以降低通关的成本。第三个是清单核放汇总申报，我们电子企业如果在跨境电子交易平台销售众多的订单的商品的时候，可先用清单来核放的方式通关放行，事后再定期汇总成为正式报单，来简化通关的程序。接着我们要建构电子商务通关服务的平台，我们这个平台希望具有讯息整合、讯息共享、讯息交换跟保存的服务功能，那么这些来串联交易订单的讯息、支付凭证的讯息、物流运单的讯息等等，我们来形成所有报单的讯息向海关完成申报，降低报关的成本，也去除国际贸易的专业的门槛，让本土型跟中小企业者能够透过这个平台来专注行销。那接着报告建制电子商务通关服务平台的效益，这个效益我们认为可以确保税客落实边境管制，可以减轻快递通关的人力负担，解决电子商务货物进口的统计问题，那也提供微型企业、中小企业、物流承揽业者通关的便利，支援我国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发展跟产业的行销。那这个计划我们是分阶段实施，我们会以整体规划、同步推动、分段实施原则，用3阶段的准备工作完成相关的作业。目前第一个阶段，我们是要建立保税形态的电子商务货物通关管理制度，那国外的货物先整批进出到我们自由贸易港区事业或者物流中心，那等到接货业者的订单后，再分批运往课税区或者是复运出口，让台湾成为电子商务货物的发货中心。第二阶段，我们要建立国内电子商务通关管理制度，海关从电子商务通关服务平台取得交易资料后，对这个跨境货物采取优惠通关的措施，来促进电子商务的发展。那第三阶段，我们会建立国际关务的合作机制，
取得国外电子商务通关服务平台的交易资料，透过与外国海关的合作进行资料跨境的交换。综上，我们掌握国际趋势，适时检讨现行的税制合理性，精进课税的基数，来加强查核，防堵逃漏税为本部的重点工作。那为了国家财政健全，我们会更续办理相关业务，以落实租税正义。以上是说明，敬请各位委员指教支持，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请经济部沈次长做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今天呢，本部奉委员会邀请，列席就这一个所谓的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推动情形来进行报告。那以下报告敬请各位委员不吝来指教。首先呢，就是行政院通过电子商务发展推动的一个措施。那全力呢来打造台湾成为网络公司的一个枢纽。电子商务呢是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主流。为了打造台湾成为网络公司的枢纽，行政院通过电子商务发展推动的一个策略，那从基础环境面、产业电商化以及电商国际化这三大面向来推动，来促进台湾电子商务的一个发展。最重要是要提升产业的一个国际竞争力。那首先呢，谈到这一个健全国内电子商务的一个基础环境，行政院呢指派了蔡宜玲政务委员，会同15个部会的副所长，来建立一个跨部会的一个协调机制，就法规调试以及资讯流、金流、物流、人才、资金以及示范应用等重要议题呢，来进行这一个协商，并提出具体的一个推动措施。譬如在法规调试方面，参考了国际的发展趋势，针对这个所谓的共享经济新兴的商业模式，会来提出整体的法规政策方向，并滚动式的来检讨放宽网络的一个贩售品项。那在金流方面来说的话，是开放跨境实体交易支付的服务，来扩建数位化金融支付的共用平台，并持续来协助业者呢导入电子发票。同时呢，本部也正在规划整合交通部、农委会、金管会，来推动宝岛通的服务的 APP。最重要是要结合观光的资讯，以及购物的优惠、电子商务、交易金流等，来行销台湾的精品、特产以及友善的服务，让来台观光客除了可以享用相关优惠以外，离境以后也可以持续的来关注台湾相关的旅游以及购物的资讯。紧接着谈到推动产业电商化方面，行政院已经择定了农业电商、网络零售、数位出版、网络金融、线上游戏、数位学习以及线上影视音及新媒体、线上旅游等八大重点领域，拟定多项推动措施来落实产业电商化。那目标呢，就将我国电子商务的交易额由103年的5881亿，在109年希望倍增到造园产业。以及网络零售的跨境交易额由103年的180亿，到109年要升到450亿。那紧接着就谈到推动电商国际化，也就是所谓的推动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那有关电商国际化的推动策略，分为应用电子商务来促进实体的商品海外拓销，以及应用电子商务来促进数位的商品来海外拓销，这两个主轴。在应用电子商务来促进实体商品海外拓销方面，包括以下有5个推动策略。第一个就是积极强化台湾经贸网以及在地语系的行销专区，然后连锁台湾重要的 B2B 电商平台，鼓励买主透过网络平台来搜寻台湾厂商的产品。第二个是辅助国内农业
来掌握目标市场的脉动，利用当地跨国的电子商务平台来拓展国际的 B2B 的市场，那协助国内网购业者海外在海外自建当地语言的电商平台，来带动整体的一个跨境电子商务的一个产业链。第四个是促进跟海外平台合作对接，在海外平台来开立品牌的旗舰店，最重要是带动台湾特色网络商店的上架销售。第五，假若有产业合作障碍的议题，可透过双边产业或贸易合作的机制来协处。那在应用电子商务促进数位商品的海外拓销方面，又分为数位学习以及数位游戏两大部分。在数位学习方面，我们将跟代地的联盟来共同发展，共同来开拓海外的教育体系，推动个人化的创新学习商业模式，以网实整合 O2O 以及电商模式来协助产业，以整合方案来输出国际。那数位游戏方面呢，本部将透过这一个创新研发补助的机制，来提升国产的游戏的技术研发实力，来辅导国内业者呢自制开发国际级的产品，并协助原创的商品以及这一个制裁来参与国际竞赛的活动，提升我国线上游戏产品在海外市场的一个知名度。最后，由于网络服务具有跨界、跨业及跨领域的特性，面对电子商务发展情势日新月异，本部将在行政院的整合跟指导下，与各部会密切合作，持续来推动电子商务的一个发展。以上报告，敬请指教，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请金管会王主委报告。主席、各委员，大家早。今天承贵委员会邀请，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预算解冻项目，向各委员提出专案报告，仅报告如下：大院于104年12月15日第八届第八会期第13次会议审议105年特补基金预算案，做成审查决议，特补基金105年预算编列业务费用及广告费用合计355万5000元，系为之应透过媒体或举办活动宣导强制险相关制度等，为查特别补偿基金在100年到103年各年度有关投保强制险宣导之刊登媒体均属小众媒体，曝光不易，宣导效果有限，且各年度平均预算执行率未达60%，冻结该经费1/10，并向贵院委员会提出活动宣导改善报告后时的动之。以下报告冻结项目的办理情形。为使社会大众对本保险有更普遍的认识，减少理赔障碍，目前是由中华民国财务同业工会及特补基金执行本保险政令教育宣导工作。有关特补基金的宣导及编列预算之办理情形，说明如下：一、特补基金教育宣导主要着重于维护车辆受害人之权益。历年来，教育宣导的对象包括警察机关、法院、县市政府、调解委员会、学校学生、教职员及一般民众，配合主管机关政策办理公益宣导，社福及相关的志工及偏远地区的原住民。特府基金之宣导方式包括宣导说明会、参与户外大型宣导活动、印制宣导文宣、电话及网站宣导、广播，还有社群媒体。特补基金办理各项宣导业务时，系秉持遵节费用之原则，同时配合各单位办理相关宣导之时程，由特补基金派员前往宣导，并减少场租、便当、茶点及相关杂费之支出，其以最少的发挥，达到最高的一个宣导效果。教育宣导成效，近五年之宣导对象满意度平均达94%，有助于车祸受害人悉知本保险之补偿制度，并迅速获得基本的保障。
而且特补基金自1997年起至104年均获法务部颁定协助各县市政府调节业务研习会有绩效之感谢状。在广告编列的用途，特补基金的业务费用向下编列的广告费用，是为了要办理求偿业务时，如赔偿义务人户籍迁移不明时之公告送达，或法院强制执行拍卖公告等刊登报纸之费用，其刊登之次数跟金额之多寡，视业务实际的状况而定。未来的工作重点，特补基金除持续强化补强作业的迅速提升效率之外，并积极协助请求人维护交通事故受害人之权益，以达成特补基金为交通事故补偿受害人均能在本法下获得基本保障之设立目的，并朝以下方向继续努力：一、会争取少数尚未配合办理之县市机关及法律扶植基金会、犯罪受害人保险保护协会等分会去协助宣导；第二，会结合周边单位共同宣导，来提升宣导的效益。另外在，在预算之编列，除秉持遵节费用之原则之外，并会实际依照年度编列之预算提升执行率。那冻结的影响部分，特补基金编列业务推广费及广告费预算，是为了宣导本保险办理相关权益之求偿事宜，使汽车交通事故之受害人能够迅速获得基本保障，以健全本保险制度，实有必要性及功能性。倘特补基金该项费用遭大院冻结1/10，将不利于本保险之推动。以上报告，敬请各委员支持同意动支特补基金之两项预算冻结案，以利各项业务顺利推广。谢谢。我们现在开始答询，先向委员会报告，做如下的宣告：第一，每位委员8分钟，延长2分钟。上午10点，我们截止登记。我们现在请登记第一名，第一位的郑明忠委员，请咨询来。主席，各位委员，麻烦请金管会王主委。哎，王主委，请。郑委员长。主委好。首先，虽然您到520会卸任，不过您就任3个月又19天，这期间积极认识，而且又召开了各业者的座谈会了。听取各界的意见，那这段期间也做了很多有利于整个产业发展的事情，比如说，提拨了特别盈余公积0.5%到1%，整个来因应整个金融数位化可能对员工造成的冲击等等。那我也报章看到你们也已经在研议，让金融业的 R&D。可以适用投资抵减，配合财政部让金融业可以适用投资抵减等等。虽然任期不长，不过您做的这段期间的积极认识啊，我要表达高度肯定的意思，也谢谢您为台湾金融业所做出的贡献。那至于今天呢，有关特补基金预算解冻的部分，我没有意见，而且非常的支持。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有关到底金融业能为身心障碍的朋友做出什么贡献？其实我要承认哦，我任内金管会任内2.5年的任内，其实我到后期有想到这个问题，后来没有做，所以我用这个题目呢跟你讨教。目前国内身心障碍的朋友到104年底是114万，包括视觉、听觉、肢体障碍、智能障碍等等，人数高达114万。看下一页。那目前政府其实对身心障碍的福利其实相当周全，
包括中低收入生活的补助、托育补助、居家照顾等等。那我把它捋一下，似乎我们金融业对身心障碍的朋友没有特别的协助。这里特别提到，连 NCC 都协助了电信产业，给予电信优惠的服务，它的名字叫喘息服务。所以连电信都特别对身障的朋友有相关的补助。好，我们看下一页。那我就想到一个问题，那到底金管会或者金融业，尤其在目前获利相当不错的情况之下，除了目前的社会福利补助以外，我们到底能够做什么？刚刚已经有提到电信的部分，已经 NCC 有协调，有赠送或者抵免相关的优惠。好，我们看下一页。那这个是国内 ATM 的情况，总台数是27,347台。那真正无障碍的自动柜员能够供轮椅或者视障朋友使用是18,898台，比例是占69%。那其实我的假日啊，我假设看到银行，因为过去长期在金融业服务的关系，我会特别去观察这些 ATM 的使用情况。那我们看到很普遍的情况，就是身障的朋友为了节省一点点跨行的手续费，会从某一家的 ATM 到会很不方便的行动情况之下，会到另外一个他原来的持有提款卡的那一家ATM 去提领费用。其实能够减少的费用其实不多，大概就15块。我们看下一页。所以现在假设自行是不需要手续费，但是跨行基本上是15块，包括网络银行，包括网络ATM 大概15块。所以我的建议是建请金管会在协助金融业，来协调金融业，有两个措施。第一个是增设适合身心障碍朋友使用的自动提款机，但这成本非常非常的高，而且有些很难达到它的目的。倒是觉得，假设能够让残障朋友在跨行提款的时候免除手续费，包括自动柜员机、网银跟网络银行 ATM， 可以减少它这个部分。可以不用他为了省15块，会跨过马路到他原来或者更远的地方去领取他的存款。所以我的想法是，这个部分不晓得王主委的看法怎么样。我评估过，因为我的理解是，每一个存款户，尤其是你薪资转账户，他本来就会给你大概五到七次跨行的免手续费。所以我评估过，其实它的能够减少的费用并不是太高。不晓得主委对这样的建议有没有什么看法？首先谢谢曾委员对金管会的鼓励哦。其实这段时间做很多事情，主要还是我们同仁都非常认真跟很优秀，所以可以很快的做到很多事情。那有关于您提到这个残障人士在 ATM 可以再增加更多的据点，或是相关的这个 ATM 提款机，还有是不是在手续费可以减免的部分啊？我想观念上我们非常的认同哦。那这个在如果要跨行免手续费这个部分，需要再进一步，我想我们会带回去努力来研议啊。就是说，怎么样去 identify 这个人是残障人士，他在晶片卡上必须要有办法先辨认，或是说我们实务上怎么协助这样的一个事情，能够在跨行的部分可以更顺畅的来处理哈。所以我想我可能会请这个银行局召开这个跟业者召开讨论，那如果可以很快执行的话，我们就来做这样。是，所以基本上政策方向主委是赞成。是是，
我希望其实局长应该没有问题吧？哈，好，我是希望能够主委在520这个离职之前，把这件事情把它完成，希望留下一个基本上我们过去金融业对身障朋友没有特别优惠，我后来 review 一下，连电信业都有。我希望主委在520离职之前，能够让这个事情能够尽快实现。时间上可能还是要等那个银行局召开会议之后，我们再来确定。OK， 我知道您业务很清楚、很熟，没有错。这个要去怎么去 identify 是身障朋友，那可能要去注记或来申请等等。基本上我是觉得政策上可以先宣布，但是执行上要有配套，而且要逐步基本上我非常赞成，也谢谢您的政策上的支持，这第一点。第二个是有关生技产业的部分了，配合昊鼎事件我知道金管会也开过了相关的会，现在初步要做哪些调整，可不可以请主委做说明？我们昨天有开座谈会针对说怎么样定一些强化监理的政策，还有包括它上市柜的条件，甚至在这个券商在辅导期间，可不可以在个案的部分做更强化的一个宣导或者是控管，然后我们在消费者的保护，在投资人的教育，还有很多的这个相关的说明，在很多尤其是解盲或相关这种生技业一些说明怎么强化部分，其实与会的学者有很多的建议了。那这个部分我们初步是针对说不影响整个产业的发展，因为其实与会的学者还有很多专家认为台湾在生技尤其是科技这个产业能够协助资本市场协助创业这部分已经在亚洲是非常具有特色的，而且我们可能是成为亚洲最能够吸引这样子的一个资金来在台湾创设或是上市上柜，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希望不影响产业的发展。那初步会针对说这个大股东或者是这个经营团队他的这个这强制的这个股票是不是要集保的时间跟这个范围会做进一步的一个讨论。那另外比较重要的重点应该是在强化监理跟消费者投资人的这个教育跟宣导的部分，包括刚刚我提到的就是说我们在每一次可能重要的事件的一些说明上会有专家学者更多的一个意见的一个充分表达，在网站上还有更多的一个表达。好，谢谢您。我也希望这个事情包括政企局跟 OTC 柜买也能够尽快让昨天决定的事情也能够在520之前能够把它完成，让金融管理在做昊鼎事件做相关的补救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在你离职之前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ending。 谢谢，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请吴秉睿委员质询。委员请。主席麻烦请财政部张部长。张部长请。委员好，张部长，今天因为题目是跨境的这个电商电子商业，所以你前面提到很多的跨境的部分那我想要做一些制度上的比较。你提，因为我们台湾现在对于跨境3000元以下是免税嘛，对不对？是。那境内呢？境内没有跨境，如果纯粹是台湾做的电子商务，没有免税的规定，是不是？没有，对，没有，对，国内没有，对。那这样会不会产生一个我来去外国，假装我是跨境电商啊？其实我是台湾公司啊，就像以前我跟你讲的这样角色。委员，这个应该跑到外国去啊，因为我要3000元的免税啊。是，委员，每笔哦，每笔。实体的货物部分不容易，因为它货物的就是国内的销售嘛。跨境电商，我现在说电子商没有错。您刚刚讲的是国内的会不会到国外去变跨境啊？如果是实体货物的交易，应该是不会。那问题是这个也不是只有实体的货物啊，是你看那影音的、电音乐的啊，这个电子游这个 game 的
还有这个电影的等等，有很多教学的，有很多非实体的东西啊。是。会不会形成一个台湾本来应该要让自己的产业更发达，结果让人家感觉说，哎，反而是扶持的跨境电商，国内的电商反而得不到便利。第二个问题想跟你请教啊。日本跟韩国有这样的规定吗？有跨境电商免税的3000元额度免税的规定吗？跟委员报告，这个国际上都有这样的规定。我们收集了24个国家，大概免税额哈，我们平均起来24个国家平均的免税门槛是台币5736块，我们是3000块。那我举一个例子哦，是中国本来有，现在把它免掉了，你知道吗？还是有。现在把它取消掉了。中国现在无论你金额多少，他都要磕了。他原来是1482块，他很低了。是的，但是现在也没有了。啊，是。那这个跨境这个电商的这个免税额度，如果是互惠的，一个基本的条件就是说，你要让国内的电商也能够在国台湾立足之后，才有办法去跨境嘛。那我光举一个例子，我刚刚上次问过你了，第三方支付啊。法律通过1年了，到现在台湾没有一家能营业。我就会一个想法说，对于外国要来台湾做生意，给了很多的方便，这当然是好的了。因为我也反对各种关税或非关税的这些的壁垒，但是对于台湾本身的商业的发展，却我们自己不够重视啊。应该要先自己把自己扶持好、保固本之后，让它可以出外嘛。台湾的东西要卖到世界去，也要我们台湾的这个跨境电商，台湾立足强了之后再卖到外国去，会比较方便啊，不是这样吗？委员，您讲的观念当然是没错，不过是这样的，跨境是牵涉到边境的管制了，如果把那个门槛拿掉哈，海关每一项货物都要检查，所以就变成效率跟安全的问题了，你就是会每一项都检查，通关就会慢。所以我们就有研究过，是啦，这当然里面你们的激增会有你的激增成本以及它产生的这个效果，是产生的这个影响。但是像刚刚经济部那边他的报告里面讲说，他到民国109年希望这个整个电子商务是1兆，那现在他自己讲是5000-5600亿嘛，我们统计的是3000亿啦。好，那3000亿到底收了多少税？有收了多少税？因为你刚刚给我的是你们查到漏税的部分啊，是我现在问的是你课了多少税，这3000亿的里面你们课了多少营业税，课了多少这个交易，这个没有，这个统计都没有问题。3000亿里面2900亿，大概90%以上哈，99%都是使用统一发票的，所以这个营业税逃不掉，只有1%是免用发票的。你讲的是台湾卖出去的嘛？统一发票，我们就外国卖进来的有统一发票吗？没有，没有统一发票啊。我们讲国内的。对啊，那跨境电商，你有统一发票吗？没有啊。我举一个例子，中国常常那边搞流行什么光棍节，光光棍节那一天，据他们淘宝网讲，是，他卖了多少亿的商品到台湾来，或是有我们有扣到什么税吗？这个就是跨境边境的查了，所以我们刚刚讲的查了以后，查了53万多件，然后呢补税了7亿多，大概就是这样了。对啊，那你就是这7亿多嘛。那问题是你有没有统计过从外国卖进来台湾的到底有多少？这个。那如果这样卖进来这么多，你只能够磕到七，还连查连罚款，总共才7亿多。我个人认为这个成，当然你报告很漂亮了，但是我认为这个成绩恐怕是。你看到的是冰山的一角啊，当然没有看到的部分很多。当然，另外我讲说你们的规定哦，现在日韩，他都已经对于跨境电商在台湾，在他们国家的交易，他都采登记制，我们台湾不采。你要唯一举的例子就是说啊，现在新加坡还没有完全跟人家一样，但是日韩走在前面啊，人家这个韩国因为采了这个登记制之后，他的这个税收增加了很多呢。好，你说倒过来由我们这一边这个由购买方来付这个交易税哦，那个
是过去申报的很少啦，目前你要叫他主动申报更不可能嘛。目前电商在我国登记的也有十几家啦，但是我们还没有立法说要求他非在我国登记不可。不，那你来立法、啊、你们主政机关，你如果来说服立法院，立法院会给予支持吗？我跟你讲，你在你的任内、哦、为了国家财政救援方案，你提了很多的增加税率的部分，那一部分本院也已经给你支持了。是，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不增加税率，但是去扩大税基，可能是另外一条路，而那一条路给国人的那个缴税的压力感觉不要那么大。是，因为我相信无论哪一个党派，无论谁都赞成谁逃漏税应该要把它缴清楚，要把那个税基不能让它流失。如果你光是提高税率哦，你税基不处理的话，我是觉得这样很可惜啊，为德不足。是，所以如果你认为日韩这个制度走在前面是有道理的，你我们速度上面可以赶上啊，你制度上面严厉，我们财政部啊，我觉得还有这个赋税署有一个观念，就是说你不能够老是只有挑说我容易掌握的这个东西要磕啦。像杂志上媒体常常在报，杂志常常在报，为什么台湾的寿星阶级都觉得压力沉重？好，虽然你们一再的讲说、哦、我们台湾的税率没有比人家高，那是因为寿星阶级被掌握到的这些课税资料他们是跑不掉，但是台湾却相对的有很多的免税的所谓的可以核减税款的这些管道嘛，那就让有其他非寿星阶级的这些人可以用这些方这些迂回的管道去避税。我现在讲避税，我没有讲说他犯法，是那使得税基集中在容易被掌握税基资料的，容易被掌握到这个课税资料的人的手上，是家里人没照呀，啊，其他人照料料啊。委员没有错啦，您的看法也很对。那我跟你报告，就是国外的电商要不要立法要求来台湾设立营业登记哈？那新加坡的评估他是比较审慎啦，他说目前还没有采行 OECD 的建议。那我们也在评估会不会影响电商的发展跟经济的产业。所以我你讲的影响电商的发展是外国跨境来台湾的，没有错。现在其实台湾的业者最诟病的是我们台湾自己在台湾不好生存啊。我举个例子。那个第三方支付讲了那么久了，有办法生存吗？其实第三方支付它是可以从金流面去掌握到底钱付到哪里去。有这个金流面的掌握的时候，你课税如果能够搭配起来的话，对于税捐的激增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应该是想怎么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说我让跨境的电商很好做生意，这个我们赞成。但是台湾的电商应该要更好做生意啊。而不是台湾的电商没办法做生意，跨境电商很好做生意，结果最后市场被跨境电商占了之后，你要回过头来要扶持台湾的业者已经不可能了嘛。是，当然这个现在你知道，我举一个最大现在媒体上都有在报的例子，这个中国的这个什么支付平台，他可以到夜市去，他光拿手机在夜市可以付款，台湾的法律没有，但是你管不到。但是台湾就是把自己的第三方支付的这样子的业务管得非常的紧，那对于跨境的第三方支付你几乎都不管，那都不管的结果，你这些金流的方向你根本没办法掌握。当然我举那个例子，是这个市场摊贩一般是没有用统一发票，是那像这样子的经济状况，我们何不改一个想法，扩大这个使用统一发票的范围，但给他一些奖励，金额比较低的是不是给他一些奖励？是，我是说那个商业范围比较小的、啊，对，委员，免得很多商家都是你们有压力，我们有压力啊。那个营业额在那边要上不上的、哦，只要你要跟他讲说，哎、欸，你要用统一发票，他们就才一开始来找民意代表申请。对，这个我们也很痛苦啊。好、哦，所以我的意思说，我鼓励你们做啦，但是更重要的是台湾这一块要赶快有更大的优惠，台湾应该。比对外国来讲，你给外国跨境的3000块的免税，台湾本身没有免税，那这样台湾的这个商业上面怎么跟人家竞争呢？是，我想委员跟您报告了，我想整个电商的发展，行政院有一个小组，那有关课税的部分，委员从报告中也看得出来，财政部是很积极了。我们103年就陆续开始在进行了，所以我想说，刚刚委员讲的，要不要要求外国电商来台湾设立营业登记，我们在报告第四页有讲到，我们会持续关注。对，那另外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你对于跨境的有免税，台湾本身境内的没有免税，这个你如何让台湾的这个业者，他可以得到的照顾跟优惠？
不会比跨境的差。这是两个议题啦，就是说一个是跨境的，如果不免税就没样要检查，国内的不免税是不必检查的，所以这完全就是海关抽查的比例的问题，通关的速度啦，所以这是两件事啦。部长，这是你站在你税捐稽征的角度看吧，但是你要站在业者要做商业行为的角度看，他也想要获得利好的营业环境啊。其实很多生意人是这样讲的，有赚到钱缴税不要紧，但是问题是你整个商业环境要给他弄好。你如果让跨境的电商很便利，然后台湾本身的电商却不方便，最后的话就是会倒过来，会台湾的电商没办法生存，都是外国的跨境电商。谢谢委员，我想这样了哈，跨境的跟国内的实体交易要不要一致？如果一致要都3000块免税，接着国内的实体交易跟实物的交易又会比照。所以变成买东西又要3000块免税，会一直援引。那你这样子，我刚刚给你提过啊，现在中国跨境也没有免税啊，对，是不是一并考虑？我想这个我们整体来考虑好不好？这个是新发展的业务，我们来审慎研究。好，谢谢，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请我们委员会另外招委，我们卢秀燕卢委员质询，卢委员请。主席，我请张部长跟王主委一起，谢谢。部长、主委，请。卢委员好。两位首长好。这个 Apple Pay 啊，最近申请要到台湾来登台，要落地。那刚才这个张部长在您的这个书面答复里面哈，你第二页的。这个营业税部分你特别讲，就是希望也欢迎也要求非居住供应商 ，Apple Pay 就是非居住在台湾的供应商，不是本地的哈。那在消地国在消费地国办理营业登记，换句话说，你要求他来这边登记，你可以课税给他。那所以我想请教张部长，那 Apple Pay 他已经要求来台湾来登台、来落地、来登记啊。那能够来执行业务，那请问张部长您的态度呢？如果他要求要在台湾设立营业登记，当然，那个金融的部分当然尽管会在管了哈。那但是如果要设营业登记，我们当然是欢迎的。是，那我请教王主委，因为央行上个礼拜表示对这个 Apple Pay 来台湾登台并不欢迎啊，它有五大理由，什么个资保护不易啦，包括不利台湾的产业发展啦，那还有这个台湾的这个本身的这个产业效率比它高等等之类的哈。那听说金管会也跟进，所以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啊，在讲说央行提出五大反对理由，你们更进一步提出7大反对理由，那请问金管会的态度呢？跟委员报告，其实央行上次在联席会议并不是反对啊，他应该是提出说他有一些顾虑跟肯慎，希望提醒说金管会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要考虑到这些面向。那报纸可能是有点在解读上面哈过度了，那我们也没有反对哈，基本上银行局已经开过2次的会议啊，基本上我们想了解实务上的做法，包括业者的想法，还有国际上的想法。那重点应该就是说，在资讯上，如果这个个资会不会送出去有疑虑，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还有在处理的过程当中，会不会造成金融上面可能我们需要在监理上要更强化的这部分，我们需要进一步厘清。可是对于国际化哈，跟整个 FinTech 跟国际化很多的发展，我们是希望能够跟得上哈，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是花很多时间在厘清说是不是有相关的配套措施之后呢，就可以做到我们要的相关的面向。那这个部分我们会在开完会之后会到行政院去做协调，也就是说对于像这里有好几个跨部会的问题，那我们希望把它提出来之后由行政院来做一个统筹跟协商，然后再拍板定案。好，所以今天两位首长，张部长说表示欢迎，然后金管会主委说不反对，但是有疑虑，还要上报行政院才能核准。所以，对这家要上报到，一般来讲都是在部会就核准就可以了，可是你们要上报到行政院。那我想请问一下，那520之前来得及吗？
这个就要看我们排行政院的会议的讨论的状况。如果说院那边大家在跨部会协商能够有一致性的一个结论的话，那应该是来得及。可是这个部分要等开会之后才知道。你们是不是有以拖代变的这样的一个策略？譬如说故意给他慢慢的核准啦、然后让国内的支付业者赶快可以先执行先上路，是有这样的策略上的考虑吗？绝对没有这样的事情。其实我们花很多时间在厘清如何来处理相关的配套。所以你没有把握520之前可以？我没有，应该是来不及。对，我没有把握。对，应该。好，谢谢。我想这是蛮明确的哈。那第二个呢，我们这个曾前主委啊，现在我们的国民党不分区委员哈，他在当金管会主委时候提出啊，大陆的散户啊可以买台股，那大家把它简称为中国大妈买台股。那本来预定哈，那时候曾主委的预定的期程是今年一月底要开放，现在已经四月底了，眼看就520要到了。那我不晓，当然这个王主委上次我也问过你这个问题，你说在进行当中，那因为有状况说耽误了，到底什么事情耽误了？为什么那时候说今年一月底要开放中国大妈大陆散户买台股，到现在迟迟没有办法决定？我听说有政治考量，所以现在你们案子报到行政院去，但是行政院还没有核准，也不准备核准，是这样子吗？其实这个案子当初在行政院已经讨论过了，就是希望520之前是可以做的。那因为在相关的办法的修法上需要预告，然后预告完的话要通过我们的委员会，然后再报行政院，这个程序上面必须要这样子走。所以我现在已经把所有的相关的程序已经走到行政院了。那行政院如果这个法案通过之后呢，我们也是很努力希望在520之前可以把它做到。是，那所以因为很多人说啊，因为听到中国啊，听到中国，因为国内的政治情势观，听到中国呢就很敏感，听到中国的大妈更紧张啊。那所以呢，这是行政院考量。可是刚才从你答询里面，你说没有这方面考量，所以您的意思是520之前这个政策可以上路？对，因为我们这个在行政院讨论的时候就已经明确说明了，这个是买基金，所以不会有持股的问题，也不会有大陆人士来介入经营权的问题，所以这个部分基本上是希望能够扩大金融市场，对于说能够吸引更多基金来台湾，所以这部分相关配套上是不会有这个大陆人士介入经营权的疑虑，所以行政院应该就这件事情来看，他们本来也是并没有认为这个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好，你今天两个政策非常明确哈，都是你们这个跟行政院之间，第一个 Apple Pay 520之前应该是来不及，第二个中国大妈买台股，大陆散户买台股，520之前应该是有机会的，应该是顺利的，应该会顺利的哈。好，谢谢。接下来我请教张部长哈，部长，我一直在追踪，长期一直在追踪，说为什么我们这个报税啊，这个浏览器只能用 IE， 包括我上个礼拜都还在这边质询，那你们的同仁都回答说啊，因为内政部的关系。是因为内政部耽误，那天很多新闻报，不是只有我听错，很多新闻报啊，说是因为内政部他自然人凭证呢，他的 IE 他只限制用 IE， 所以呢，你们的浏览器也只能用 IE。结果啊，这个新闻跑出来以后啊，我质询新闻跑出来以后啊，内政部马上发新闻稿打脸你们呢啊。那我先看一下，我先看一下哈。你看内政部这个新闻稿写什么东西呢？写说哈，4月21号澄清稿，他是用澄清哦。他说，事实上，自然人凭证从100年开始都已经完成跨平台的一个设计跟服务了。那所以在 API 在应用程式方面有三种，有 Windows、有 Linux、有 Mac 等等之类的。另外在浏览器，他说不止 IE 啊 ，Chrome、Firefox 就是火狐都可以。可是我们再回到另外一张，你这是今年所有我们的这个民众哈收到你们的税单、税务通知单哈，上面写什么？使用 Windows 作业系统者，限用 IE 浏览器下载。换句话说，你们把限用 IE 推给内政部，内政部在4月21号马上发澄清稿，不是新闻稿啊，打脸你财政部是哪有？
我们全部这个平台通通是通的，是你们自己内部的这个电脑业务没做好，那不晓得你们怎么答复呢？鲍委员是不是请？你要不要再把它打回去？请苏主任，请苏主任来答复好不好？谢谢委员给我们这个机会再厘清。那在上一年我们申报103年度所得税的时候，使用 MAX 总共有9360，占整个作业系统的0.26 ，Linux 只有64位使用，iOS 有4870，占0.13 ，Android 的平台784，占0.02，这几个小部分加起来是0.41。不过这几个系统在使用上有一个问题，没有、就是、第一个，我现在问你的是 IE 浏览器，你讲的是 API。第二个，因为你发给人家税单是这样子写，人家当然就被你误用说只能用这个啊，所以大家还赶快去下载去有的他的电脑没有这个浏览器，不是这种话，他还跑到你们那边去弄，或者是他去借各个机关的因为政府机关都是用 IE 的，借你们的来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第一个我问的是浏览器。第二个，所以你刚才没有告诉我为什么没有不能用 Chrome 用那个 Firefox 为什么不能呢？现在的关键点是在，如果你使用的平台是 Max 的话，你不能用 IE 浏览器。那个 Max 是搭配它本身的一个Android 的一个browser， 它的 browser 事实上你在平台，它事实上有 bundle 那个你用 Max 用 Apple 的，那它绑这个绑它自己的这个浏览器，我可以理解。那其他的呢？现在有其他那么多家的这个，其他那么多家的不一定都是 Max 啊。现在有 Max 的也不多啊，用 Apple 现在有四个平台，四个 browser。Browser 现在使用量最大的是 IE。再来是Firefox， 还有一个Chrome， 好、哦，那现有四个平台，四个 browser, 是都可以用吗？还是像你的税务通知单讲，只能用 IE 呢？如果是用 Windows 平台，就只能够使用 IE， 你在 Mac 的平台没有办法使用 IE。你为什么？因为这个事情我们在立法院已经4-5年在质询，结果呢，你不断的去强调这句话。你没有去强调把立委反映民众所讲的都可以用，内部所讲的都可以用，你没有上去做宣导，反而不断的替 Windows 在讲 IE， 你是不是被 Windows 绑架呢？我就是我上个礼拜问的，整个政府是不是被 Windows 绑架？甚至你为人作嫁，还特别跟他强调引导在 Windows 到 IE。如果照内政部来讲，它的自然人凭证、它的 API 各家都可以用，它的浏览器各家都可以用，可是你在你们的税务通知单并没有告诉民众各家可以用啊，反而去引导人家只能用这个。所以你刚才讲说用 Linux 有64位，废话，因为你只叫人家用这个东西，人家认为只会用这个东西啊，所以你这个意图是什么呢？你为什么特别强调这句话呢？报告委员，我想哈、哦，我们这一个通知上的说明，我们来做修改，增加哦相关的浏览器跟平台。所以不是内政部的问题，是你可以修改喽。那个说明，所以你过去4-5年都在糊弄立法委员，是不是？这是说明的问题的，就是我想我们这一部分我们来修改，我们来修改说明。部长，所以你们要做的跨境电子商务啊，我很担心，因为所有政府的高层啊都不懂电脑。所以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任由下面的同仁啊，他去掌握。从连续我2个礼拜追踪这个议题，你自己在现场你可以听到，前面讲自然的凭证是被内政部的关系，结果内政部发了澄清稿打了你们脸以后，你们现在告诉我说你们可以修改，那你们过去4-5年在干什么呢？有没有问题呢？所以你们做电子跨境商务，如果你们的这个有关于跨境的电务的这个电脑水准就仅止在于此的话，你们怎么有办法去追踪人家去课税呢？我很怀疑啊。不晓得部长有什么答复？你连续2周听下来，我在质询这个议题上有没有觉得奇怪的地方、矛盾的地方？对，现在听起来这个看起来是技术问题啊，苏主任是财政部自己内部技术性的问题吗？技术问题，对。那为什么4-5年下来都不改进呢？我想
就苏主任说就来修正一下。那什么时候可以修正呢？报告委员，这个事实上这些平台包含 Safari 这些 browser 事实上都已经 ready， 只是在说明上面我们只有写 Windows。 我想我们主要是在说明上面，你既然都 ready 都可以用，到底是可不可以用呢？可以用，可以用，可以用。那你上礼拜是在骗我了，或者糊弄社会大众了？我们 上个礼拜拔询要据实以告啊、哎、你一下把它推给同僚，推给内政部，一下糊弄财委会，糊弄社会大众，原因目的在哪里呢？他 Safari 跟那个 Firefox 事实上在使用的时候使用人数比较少，他要另外再安装元件，很多民众比较不熟，操作上比较不方便。事实上这些平台还有 browser 都已经 ready 了，所以可以咯？可以，可以，可以，确定可以，确定可以，是，不是像你上礼拜所讲的？所以你现在是打你自己上个礼拜的脸。上个礼拜我们只是 highlight 在 Windows 平台就是要跟 IE bundle 在一起，在 Mac 上面就是只用 Safari， 它事实上有 bundle 在一起的。你在 Mac 上面你没有办法用 IE， 我想上个礼拜我没有讲很清楚，在这里哦跟委员哦道歉。部长怎么办呢？他不是要跟我道歉啊，他跟社会大众道歉，跟财政部道歉、啊、可能是不是沟通让整个外界对于财政部他本身的电脑作业系统，他的电子商务系统本身的能力是大有怀疑，甚至不但是怀疑还觉得内有蹊跷，这是很不好的。好，你们自己好好澄清跟说明。好好谢谢。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请余婉如委员咨询，有人请来。主席、各位同仁、各位先进好，有请那个次长上台。哎，次长，经济部次长。委员好。市长好哈，就是我看过你们的这个报告的内容了哈，还是先给予肯定啦哈，代表说就是有心想要做事。但是就是说，对于整份报告，我看完之后有几个疑问哈，也想说跟市长讨论。最主要说是在这份报告里面，好，我们在今天在谈电子商务这件事情嘛，电子商务发展跟推动这件事情，对不对？是。事实上，我相信以沈次长的经历来讲，看过风风雨雨哈，台湾产业起起落落哈，今天电子商务变成弱势，的确是有应该检讨的必要，而且绝对不是只是这个这个关税这边呢、啊、把关就可以解决我们的处境，对不对？对。是，所以今天这个议题我才会请次长来，就是来讨论哈，就这样。那先看第一页哈，就说在这份报告里面，我完全看不到台湾有关这个数位内容、电子商务这些数位国土的一个政策高度。我先请问次长一件事情，这份报告说是从行政院开始来带领整个专案，对不对？是的。那这个是由这个蔡宜林蔡政委来带领。那蔡政委下面是哪一个？第二层级的呢？第二层级它是一个电子商务发展指导小组，还有根据这一个电子商务的一个发展纲领来那个，然后我们的经济部的这个商业处当幕僚。嗯，了解，你们是幕僚单位哈。是。那我问你，在这个520交接之后，这样子的小组还会不在？这我们也会列入交接。也会一起交接。是的。好，那次长，你觉得说我们台湾在这部分的这个高度应该到什么层级？需不需要另立部会？应该是还是要拉到 N 的层级，因为这牵涉到好多的跨部会的问题。是，我相信次长非常了解这个困境哈。因为这里面牵涉到法规调试以及部会之间的协调，是牵涉到资讯流、金流、物流、人才、资金等等。对，没错哈。所以我今天在看这份报告，其实我觉得哈，不好意思，讲得重一点，乱枪打鸟，乱枪打鸟。因为我看不出来我们国家要发展这个政策，第一个高度在哪，目标在哪，我们的策略是什么哈。那在数位化时代，我想给市长看一下后面这个图。我今天很简要的把这个哈图就是检视简化，其实只是希望说我们 focus， 因为其实应该要更复杂的哈。那我希望你那个次长了解说，我们今天台湾哈所有产业的困境，不是在技术，不是在产品，而是我们从来不知道真的市场是什么。
可是在知道市场这个部分的话，其实以这个网络来讲是最有利的。为什么？数位的社群媒体或者是说新的社群的商务起来，他们非常知道消费者的需求跟需要。可是台湾对于这样子的社群的商务、社群的媒体、垂直电商的支持在哪里？这部分也跟委员报告，这个部分我们也是希望利用这一个资讯流，因为像现在所谓的 App Store 跟 Google Play， 他们就是很大的 database， 从 database 里面去掌握。不好意思，因为时间很有限，我真的不想就是打断你，但是我刚刚要提醒一件事情，你满口 Apple， 满口 Facebook， 台湾的厂商在哪里？那现在好，另外我想问市长的部分是说我现在请市长回答我一个问题，就是说在金流、资讯流跟物流这部分，负责金流的应该是台湾哪个部会？负责物流是经济部，现在是经济部这边商业司在推物流。商业司在推物流，可是上次我听商业司的报告里面，我没有听到有关物流的部分。那金流是哪个单位？金流部分应该是由这个金融单位金管会。金管会吗？是。好，资讯流呢？那资讯流的部分呢？从缺。大概现在来说的话，大概几个东西，一个就是主计单位它有一个统计资料，然后电子发票方面大概就是财政部，那透过这个整个大的这一个 database 里面，我们去 data mining 出来客户的服务强化跟商品精准停销等等，这些都可以从这个 database 来。那我跟委员报告，不好意思，这个真的是有点自欺欺人啊，蒙骗我们台湾国人。为什么？资讯流在讲什么？我们今天是经济部在回答我的问题，对不对？你应该要回答我到底消费者习惯是什么？我们台湾产品的市场在哪里？应该是要这样的 database 才对，对不对？现在我跟委员报告，早期在工业企业准备要去建一个大的 database， 然后包括从 hardware 的硬体厂商跟我们的 content provider 的这些早期，那现在是甚至民国几年的时候，现在做到什么程度了？等一下，两年前在推，但是也跟 operator 这三个去把它 combine 起来，但是呢，都本位主义很难。本位主义，对，市长，谢谢你讲出实话哈。因为 operator 是归在交通部。是，那事实上，我相信市长你脑袋一定有大数据的概念，对不对？对。对，事实上，台湾大数据的业者非常的优异。但是我在整份的报告里面，最终能够协助我们发展电子商务的大数据这一块是重缺，好，相关的厂商也没有得到相关的一个协助跟帮助跟重视也好，这是我觉得非常有问题的一个发展的策略的一个蓝图。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天在这份报告里面我看不到这种烟火式的政策措施之后，我们长期的目标到底在哪里？这部我找个时间，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本来有整个在 N 里面的简报的东西啦，所以我可能找时间再跟委员做一个专案报告。是，那我现在一一在问次长这部分哈，就说你们提到我们要成为一个网络公司的枢纽，是什么样的枢纽？亚太枢纽？好，还是说这个台湾枢纽？那我们的网络是要进来让大家进来呢，还是要我们台湾的走出去？进来跟走出去两个都要并重，两个都要并重，对，因为要国际接轨。对，那你们提到说在谈共享经济，那我现在就问这个 Uber， 我本席没有任何立场，那 Uber 你认为是平台业者还是计程车营业登记的行业？这个部分还是不是由交通部来主打会比较好？因为不是经济部主管吗？不是，是，好，那这个部分就是我希望说我们再找个时间请市长来就是跟本席讨论这个部分，因为我真的非常忧心我们台湾电子商务的出路。那不好意思，我现在请这个财政部部长。好，谢谢市长。好，谢谢委员。委员好。嘿，部长好。这首先先感谢说这次财政部一马当先，先回应了这个电商的问题哈。可是我们刚刚也提到说，这个税务的部分不是万灵丹呐，饮鸩止渴哈，而且有很多的漏洞。我想请教一下这个部长哈，我们是针对说我们现在是新新制是针对同一地址或同一收件人三十日内超过两次或超过半年超过六次的话，取消3000元以下免税规定哈。以这个对岸数百万计的这个店家来讲，跟台湾这么聪明的商家来讲，其实我可以随便给你一个地址，你根本查不到。好，那面对这样的漏洞，我们的这个关税关税总局这边要怎么样去把关？鲍委员还没有定这个以前，才真的是大漏洞了。就3000块，大家就化整为零。那现在我们就有次数了，门槛就高一点了。
所以这个漏洞就缩小一点，但是不是完全没有漏洞？是没有漏洞。那我想知道说，在人力和物力是在哪一方面有困难？哦，我们海关人力一向都很不足，然后呢，经费也不够，也没有加班费。像我们中正机场24小时营业，但是加班费也不够，这些都不够。那这个部分是不是有可能朝向这种资讯方面的加强，也可以是解决方式呢？没有错，也透过风险的控管，透过资讯的掌握，就是我们要建立这个平台啦。所以未来我们讲过要把中长期要建立。部长，不好意思，我在不好意思，因为时间到。那另外就主席再给我一分钟哈，不好意思。对，那另外就说哈，我们知道这个草案要送到立法院审议，在没有审议之前，我们有没有暂行的措施来处理这些部分？邮包的通过了，那个快递的已经送到立法院来，我相信那个又没有争议性的，也很快，那快递也会比照邮包。是，那现在目前我再请问一下说，就我知道中国电商他们是采订单、物流跟支付三单合一的方式来做一个这个抽查的部分嘛？那我们这边有没有打算要跟进？我们就是要在报告里面有提到，我们未来就建制一个电子商务的平台，把所有的资讯都放在里面。是，那另外就是说数位商品的部分，其实现在最忧心的就是数位的这种影音啦、劳务系列的东西哈。那现在我们实体是可以用这个税的方式来稍微处理一下，那这个影音的部分、劳务的部分怎么办？怎么样去让这些公司来登记？如果他们不登记，财政部该怎么办？是，我想委员，这个国际上都在伤这个脑筋啦，我们会掌握国际趋势，因为其他国家大概都还没有一致的做法。是，那部长，这个真的是要加快脚步，这新兴业务了。对对对，好，那谢谢部长，谢谢，谢谢主席。接下来请黄国昌委员质询，黄委员请。谢谢主席，是麻烦有请财政部张部长。部长，委员好。张部长您好，就有关于跨境电子商务在税上面的问题大概拜读了贵部现在所提出来的一些方案。那贵部之前委托一些学者针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报告，我大概都拜读完了。那接下来具体的问题请教一下部长，说针对目前不管是跨境货品的销售还是劳务的销售，那每年透过我们现在租税不完整所导致的商品交易或者是劳务交易量以及产生的税损，那个财政部这边有没有什么样子基本上的估计？税损报告委员，因为要完整的统计原来的母体才知道税损，我们现在只能说加强查核了。所以加强查核我们谈过了，海关的部分补税加罚补了7亿多，那内地税的部分也在加强，那件数的部分也很多了。是，那个中华民国会计师工会全国联合会税制税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林宜贤先生在你们财政研究上面发表了一篇文章。 是他的估计是说，那目前因为3000块的这一个门槛，那设定低课税门槛所造成地下金流的严重漏洞，估计一年高达数百亿元，造成我国进口税捐相关的税损至少有数10亿元之短少。针对他这样子的估计，你认为合不合理？当然这是他的估计了哈，我们也委托他研究，我们也尊重，但是是不是确实我们也不太清楚。但你们既然委托了研究，花了这个钱，我们跟委员报告，我们是有自己内部的调查啊。像国内的税局清查，大概三千多亿，销售额。对，那所造成的税损是多少？同一，因为有99%都是使用统一发票的，那一部分应该是没有税损。那没有使用统一发票比较多，但是他讲的税损应该是跨境的劳务。对，我现在就在讲的就是跨境的电子商务。那个部分老实讲我们掌握的比较少了。对， OK， 好。是，没有，因为这个东西你掌握多还是掌握少，对于现在状况的掌握直接就会影响到你接下来希望规划方式。是，
规范的方式，两者之间是不是可以去处理现在实务上面、的问题。那我大概把你们在报告上面、就是你们今天所提出来的报告跟你们之前所委托的有两个比较长的研究报告所提出来的建议相比、结果我发现说你们绝大多数他们建议的部分你们事实上都没有采，大家都还是要从长的记忆。那没有关系啊，我们就更具体的、来讲。部长，你们在报告、的第四页说，第四页中长期措施啊，第二点的第一点啊，说现行国际对于国际电子商务销售劳务课征营业税的方式有两个，一个是逆向课税，一个是由国外销售业者与消费地办理营业登记及报缴营业税。我国现行采逆向课税制度，由购买国外劳务的国外买受人自行缴纳营业税，尚符合国际做法及消费地课税原则。那我现在看了这段文字啊，我自己比较没有办法理解的、是说，因为 OECD 啊，他们针对前面的 e-commerce 税制上面的规范啊，跟接下来在 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 的 action plan 当中啊，具体的内容我大概看完了以后啊，发现我们财政部所采取的观点啊，似乎跟国际上面、大家认为比较好的规范的方式啊，有一点不太一样。那个报告，你们前面在报告里面也有引啊，那所以我知道你们这个报告的存在，但在这个报告里面啊，就有关于我们刚刚所讲的，在你们所讲的那两种方式，那你们认为说我们现在采行的方式是符合国际的标准，但是我看这个报告明明就写啊，说就由消费者啊自我评估已经被证明为是没有效率，那而且在实际上面啊非常有可能没有消费税会实际的被消费者付了。这个是你们所讲的那个方式，在 OECD 的报告里面啊所评估的，第一个没有效率，第二个你也课不到税。那 OECD 他所建议的方式啊是什么？他说应该要求境外的提供者在消费地里面去做所谓的税籍登记，在税籍登记的情况下面，然后不是从买家来规范，而是从卖家那边来规范，在课税的效率上面啊才会真的比较好。那现在税法上面的漏洞大概也可以真正的填补出来。所以我们就整个跨境电子商务，不管是货物的销售还是就劳务上面啊的销售，如果我们看在德国法下面，他们按照欧盟现在一般所采取的规范，都是采取这样子啊的规范的方式，就要求说，好，你不管是商品你要卖进来，或是劳务你要卖进来，你如果到了那个起征的水准以上的 transaction 所有的交易当中，那你在它的境内就要做有关于税务的登记，甚至在里面要有税务的代理人。所以在每一批他们在销售的时候，都可以直接的把应该要缴的营业税啊给外加上去，那最后由他的税务代理人啊把钱全部缴到税务机关去。那现在在国外当中，这样子认为在跨境电子商务比较好的处理去税征的方法，在你们刚刚我讲的你们所委托的这些研究报告当中，大概都提出了相同方向的建议。但是我在财政部的报告里面啊，看到的却是说，你们认为这个还是中长期措施啊，要慢慢研议。现在开始做，实际上面的困难可能是什么？其实我们只是看到亚洲国家也不一致的做法了。韩国、日本有做了，新加坡认为要审慎评估，新加坡也是这方面很发达的国家了。所以我们想说，那我们国家的电子商务哈、那是这个是两 trade off 两难了。你要限制的严，就怕电子商务的发展啊受到影响。所以我想说，我们没有啊，现在这不是限制严不严的问题啊。对于他们所在进行的 transaction， 我们根本没有做什么限制或者是禁止啊。我们只是希望说，境外货物跟劳务提供的厂商，跟国内的货物跟劳务提供的厂商，
他们彼此之间要形成一个公平竞争嘛。是，没有错。要不然我全部都涉及在境外的话，那我可以去免相关的赋税。对于国内厂商的竞争来讲，这显然是一个不公平的竞争。是。那如果这样的结构继续的维持下去的话，你会造成什么样的诱因？你会造成的诱因是，现在在国内里面诚实缴税的这些厂商，他要做什么事情？他跑到境外去设嘛？他为什么会傻傻的待在台湾当中？然后别人在那边卖几万笔的交易，通通都不用缴税。那我因为在境内，所以我要缴税。所以这个跟电子商务说啊，你要促进它发展，或者是要限制它，一点关系也没有。这完全是从国内外厂商彼此之间竞争的公平性的观点来看。所以我还是不太了解说，以现实上面，不管是按照日韩，或者是我们看得更远一点，去看欧盟相关的国家 ，OECD 他们给的立法具体上面的建议。成本效益的评估都已经这么清楚了，我们现在财政部似乎还非常的犹豫，说把它列为中长期的措施，困难到底在哪里？我想我们就委员，刚刚吴委员也有这样的意见，我们是不是请赋税署就快速的评估，然后就进入看看要不要做这样的要求，就国外的营业人来台湾设立登记。所以部长您跟我讲说快速的评估就不会拖太久嘛？是是是。好，那看你们什么时候有结果的时候再好。好，那是不是可以再麻烦有请一下金管会的主委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剩的时间。委员好，王主委你好，我只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啊。上次在会里面那天，你应该是请假，但是你们副主委来，他答应我说，有关银行在销售衍生性金融商品，涉及到帮人家设立海外子上公司一条龙的服务，他答应我要调查。那请问现在调查的进度如何？我们有检察局已经去查了，然后现在的话，因为在厘清。那个查的那个资料，现在检察局在分析当中。我们好像查了三家。对，那个局长，是不是请局长跟您说明他调查的状况？报告委员，我们目前哦，就是查的那个家数大概十家以内。那目前就是陆陆续续在从银行那边收集到资料，那也在跟客户那边做一些查证。有没有查到我上次在资料里面所示的一条龙的服务情况？有个案有一些这样的，有出现这样的状况吗？好，那金管会打算接下来怎么做？我们接下来会做一些释法性的处理，我们现在正在厘清一些，就是说相关的那个，就是说各方面的一个责任这样子，要怎么那个相关的调查报告什么时候可以出来？因为我可以跟金管会直接讲，我上次咨询完了以后，我的办公室接到更多的电话，都是一条龙服务的受害者。那里面我也可以跟金管会讲，更具体的，还有自然人呢。你们说复杂性衍生性的那一些金融商品不可以卖给自然人吗？结果你知道银行怎么做？银行帮自然人去海外设置 paper company， 他是自然人哦，他没有在做生意哦。他去帮他设置 paper company， 结果在海外的 OBU 就完全符合你们本来在账面上面那些规定，虽然那些报表全部都是假的，结果用这样子的方式回避金管会，就自然人的部分不可以去做衍生性复杂金融商品的规范，那这样子的整个 practice 我很难相信啊，吼，金管会从头到尾都不知道，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还是预告这个问题，我们下次再见面的时候，我会继续请教那个主委。那不过，请你们的调查报告到一个段落的时候，可以提供给其他委员参考。好，我们如果调查，我们会提供。那跟那个黄委员说，如果你们有相关的案例，其实可以现在转到评议中心那边，我们会协助来处理。好，那个报告完了，赶快送过来，好，越快越好。来，那委员请。主席，我们是不是请张部长？部长，请。喂，好。部长你好，现在对跨境的电子商务，你的课税
原则很清楚，就是尽量请他们来这里设公司，直接可以扣营业税。不设的话，那么3000块为一个上限，然后在这个还有什么一年几次什么之类的，然后就逆向扣税。是，你目前是这样子嘛，对不对？营业税是这样。哎，对嘛，营业税是这样子嘛，是。所得税大概就扣不到了，所得税就照现在的所得税法。不是，但是对没有设公司你扣不到，没有固定营业场所，没有这 PE 的就没有办法扣，就没办法嘛，所得税扣不到嘛，是。但是你这里提到，根据你这样子，你预估一年可以扣多少税？目前我们没有办法预估说会扣到多少税，已经扣了多少？对，因为你从103年就开始统计了，是我们补税了，近扣多少了？103年11月，现在已经105年4月了，最少经过一年嘛，你已经扣了一些税嘛，扣了多少？这样啦，销国内的部分，国内销售额3000亿嘛，3000亿的5%，大概就150亿的营业税，有扣到吗？有有有，有150亿这么多吗？营业税啊，有150亿，对，因为它是开立发票的啊，它开立发票，它3000亿的销售额，其中有2900多亿是开立发票的啊，那个逆向扣税的呢？哦，逆向课税那个部分比较没有办法，很少嘛。对，那个补税加罚就7亿多了。啊，7亿啊！逆向课税就是，今天是我进口的了，我超过就进口了嘛，哈、哦。所以这个150亿也是很多，150亿啊。确定吗？你确定一下、哦。你这个是营业税是吗？对不起，少一个。我多讲了一个零，是15亿了。15亿啦，差这哦啊！5%啦，5%是150亿。哎，这里有什么15亿？3000亿的5%是150亿，没有错。逆向课税是15亿。逆向课税15亿啦，对对对，啊，全部有150亿吗？那个3000亿，我讲的开立发票的就会有，就确定有150亿、哦。对，销售我们清查的哈，就2900多亿。逆向课逆向的是15亿，是。这个你觉得这个是多、啊、这个是造死还是低估了？因为有3000元的门槛啦，那绝大部分都在3000元以下、啊、可是你也是有很多条件的啊，不然当加起来也是要课啊，是一这个月2笔要课啊，一年超过6笔要课啊、嗯、你也是看起来很严格啊，但课不到几块钱、啊、那个只是加强查核的问题啦、啊、对，就是加强查核问题，在真正的大部分都是3000元以下比较多了。好，那个你先不要离开哦，请那个金管会的王主委一起好吗？哎，主委来。啊，主委，两位长官一起回答一个问题啊，主委先讲吧。最近股市量这么低啊，市场有没有花意啊？哦，我不在乎价怎么样了，一个市场就有量嘛，没有量就快变不是市场了。今天是500亿，再过来400亿、300亿，如果哪一天破100亿，就不是市场了。那个朱委，你要不要先讲一下，到底是 what's going on？ 我们的观察是，其实外资都一直在汇入啊。那因为最近很多财报才慢慢出来，那今年的景气应该是下半年会比较好，所以其实资金应该是在寻找一个投资的点，在观望这样子。所以你认为是好事？至少它是还没有走嘛，就而且持续的汇入，所以还没有走才500亿啊，还没有走。在这个部分，那如果走的话是50亿啊。再来观察啊，是。来，部长，恭喜部长，最近你没有帮忙吗？我不方，我们财政部是只有管国安基金的，目前是在。不是啊，你有几个银行啊、公股、行库啊，请他们加钱买一点啊。对，那些当然他们加减买进卖出啊，没有吗？没有做这个事。他们本着专业在做。你没有做这个事？没有，没有。啊，那你对于这个量这么少怎么看？我是认为可能股民有存着观望的心态了，因为520要到了。对，就观望，他怕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嘛。所以让他，所以要诸位，你同一种看法吗？现在看起来是大家是真的还在考虑哈，没有真的投入。那因为我们在这个交接的部分，其实也会针对资本市场怎么样去强化，有一些配套措施，包括税负的部分，其实都会交接给下一任的金管会的主委。那我们希望他上任之后可以做比较好、更好的。你刚刚讲了一句话，我相信张部长心里跳一下了，税负的部分。部长一点啊，那心里我不好意思讲叉叉叉了，全面性的配套、啊、你特别要讲税负，你说怎么样？部长，人家已经开始要打你枪了。包委员，打你主意了，不是打你枪了。包委员，请你回忆一下，
去年正所税要废的时候，各界说正所税是股市量能不振的元凶，所以要把它抓起来。现在元凶抓起来也枪毙了。对。所以的下一句。对，所以这个我意思说，正所税已经消除了，这个因素消除了，他说是元凶嘛。那有啊，你刚才又讲一个因素啦，因为五二你还没有到啊。对，但其他的。那五二你也把它枪毙了。其他就不是元凶了。啊，其他就不是原因，原因抓到了。嗯，对。这话我不知道怎么接了。不过你刚刚讲那个五二零，我相信了王主委，这是一般市场反应这样子啦。所以从现在的角度来看的话，五二零是一个不确定因素嘛，因为不知道蔡英文准总统他的五二零就职演说是怎么讲，会不会引起两岸的紧张？当然是个不确定因素嘛，当然会稍微最近会稍微来保守一点嘛，就暂时不要动。但是就金管会的角度来讲说，这样子的不要动，它是等于是量能见底，五二零之后开始反弹，还是说这个风雨前的临近？哎，这个真的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可是从金管会的立场，在这段时间，因为其实是已经接近要交接了，所以很多重大的政策啊，比较没有办法来执行。可是我们还是很密切的观察，然后在这个信心啊，或者是一些正常运作的相关。好，反正你也尽快要离开这个位置了啦。你刚才已经话讲出来，讲一半没有讲完。刚才这个部长，这个狠狠的讲一句话去的话，正所税之后还有什么税的问题？因为正所税已经过了嘛，哈，其他什么税的问题？之前其实还有一些，就是说，比如说，你交接啊，你说税制的问题啊什么的，这个可能要我们把那个相关的全面整合之后，再交给下一任的主委了。但是这个是你的考量吗？其实税一直可能是一个影响因素之一啊。我是认为，这个我们部长已经给你答案了哈，不要动不动就砍多少税了，他的已经讲这么清楚了啦，所以。部长当然在五二零之前，当然不乐见有关于资本市场的税制有任何的改变了。我们不会在五二零，对不对？但是五二零之后，我们也希望不要改变了，增加税不要轻易去动了。那个扣底的原来的所谓的这个叫财政健全方案里面的几个跟有关系的也不要去动了，因为那个好不容易能够做到那一点，帮政府加了几百亿的税。也不要再去动它了。我们需要你们去想想的点子，不要去动这些东西了。这个会交给新的主委来裁决。好，两位请回哈。我们请那个经济部的次长。哎，次长，请。喂，好。哎，次长，你们对商品的检验是你们管的吗？标准检验局啊，对，看哪些商品，那么是卫福部的。好啊，的部分卫福部。我讲电子产品呢、啊。哦，电子产品基本上都是你们的嘛，哈。电子产品大部分是由现在是我们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对，我手上有一个产品的，这个产品你知道什么东西吗？这两边呢都是插电源的了哈，就电源的了，电器。这个我的一个朋友拿来给我看。他这个哥哥拿来咨询，这个在淘宝我买的。这个行动电源商品检验局，这里面被强制纳入 BSMI 应该检验商品。啊，请问你国内业者在境内销售没有 BSMI 验证商标的一个行动电源，我告诉你，这个行动电源基本上从外面进来是没有检验的，我知道。但是在国内要检验，这个就是大家一直在关心的。现在问题来了，很多这样子的商品哦，跨很多跨境进来不检验，但是那个产品是要检验的。对，你们怎么办？这基本上就 X 光机就扫过去啊，它只要不是毒品，不是就过去了。对，这个、现在就变成说跨境不仅仅只有税的问题，这是一个事实，还有逃避检验的问题。对，那这个问题就来了，因为这个都是透过邮包进来啊。都是透过邮包嘛，电子商务的那些。不是，那你这个不同意的话，你告诉我怎么办呢、啊？我们现在发现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哦。
这部分我们来检讨一下。不是，你准备怎么检讨？准备怎么做？哦，那就是第一个很简单嘛，从安全考量，我们要怎么来跟这些？我现在已经告诉你这个产品了，是不是？对，这个卖多少钱？这个在台湾可以卖到的，卖台币大概116块，人民币23块左右，人民币。对，然后台币116块左右。这个产品如果是 Made in Taiwan， 那要经过你们检验局盖章。对 ，local 的。啊，从外面进来，免，从大陆进来，免。是一个漏洞了。啊，不止这样产品哦，很多这样产品哦。对，这是其中一个 one of the example。你去研究一下，好，好不好？我想你会继续当官了哈。这个你给我们报告吧，好不好？好好，我两个礼拜以内给我们一个报告。我说这个怎么不是只有这样而已？我知道，好，好，谢谢，谢谢委员，谢谢。接下来王龙章委员，王委员请。主席麻烦请王主委。哎，主委请。主委好，好，我想我非常谢谢我们曾委员刚刚的质询里面特别为身心障碍者请命，那然后认为我们在很多的 ATM 事实上障碍者没有办法使用，那然后必须要寻觅多处之后好不容易找到，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应该给予也相关资费的减免或者是优免。好，那我非常感谢我们的曾委员看到这样子的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我们在过去几年里面的话也一再反复的跟银行局在做相关的沟通。我只是很可惜的不知道我们去曾主委这么关心这个问题，要不然我早来向他请求协助，大概这个问题很快就可以得到解决。这里面事实上目前我们的在身心障碍者在银行服务的使用上面，无论是在实体的银行的这个部分，或者是在ATM 这个部分，不只在银行里面的 ATM， 那我们现在很普遍，包括在路边的，那然后在我们的便利商店的这一个里面，一个部分是环境的问题，它没有办法接近。第二个部分的话，即便能够接近到 ATM 的，就是说旁边之后，在操作使用上面也有很多的障碍。好，对视觉障碍者，那虚拟的这个部分也是如此。好，我们银行的网络银行的这个部分的话，对很多的障碍朋友也不是友善的。好，所以在这一个部分的话，就是说我也会希望，就是说我也能够督导我们的银行局在这一个部分能够做相关的改善。好，那其实就是说除了 ATM 的跨行使用的费用之外，其实临柜的这个部分更贵。我们有很多的就是说服务没有办法，就是说到店不得已要到银行，银行有困难，好不容易到了银行临柜之后的话，啊，临柜的费用事实上就是更高的。所以这些问题的话，主委虽然其有限，是不是一样的能够要求我们的银行局在这一个部分能够特别的加强，好，能够做相关的改善， 好不好？这个我想我们可以做的是，因为我们要找业者来讨论说未来那个手续费是不是可以减免嘛，所以在开会前我们是不是也跟委员这边或者是我们跟一些团体更了解一下现在大家认为比较不方便的地方是哪里，那我们会在那个会中提出来一并讨论。问题的这个部分在过去几年已经有非常多的讨论，好，我相信银行局在这个部分有相当的了解，只是我们能拿出具体有效的办法。特别我们的银行事实上是特许的行业，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们能够应该有能够有足够的权力来做要求，让他们善尽无论就是说社会责任或者是企业的责任的这一个部分了。那我们希望就是说这一个部分我们的银行局再来做努力，好不好？好，好，谢谢。那接下来主席我请张部长。请张部长，请财政部张部长。
委员好。嗨，部长，我想，今天刚刚前面很多委员关心的一个问题，也是本席非常关心的，到底我们电子商务的市场产值，就是说是多少？好，我们在今天报告里面讲，就是说，财政部这边的话，认为大概在3000多亿一年。好，那你认为这样子的数字，就部长您的专业跟您的经验来讲的话，这样子的就是说数字，是可信的吗？这样啦，我们是税级清查，清查出所有有开发票的，跟没开发票的，清查出来3000多家，3000多亿。所以这3000多亿跟经济部的整个产值，经济部比较多了，我相信我们的是偏低了。你们是怎样？你说你相信你们的是怎么样？偏低，数字偏低。好，那应该就是说合理的这个部分应该是多少？真的委员就问到核心了。刚刚余婉如委员也有咨询了，金流、物流、资讯流，讲白一点，这三流哈、应该要相互勾稽，但是目前没有正确。譬如说，真正的金流付出去多少钱，有没有掌握住？物流到底流通，物流就是我们的销售额，销售额多少，有没有掌握住？接着资讯流，是部长这样子的，的数据的掌握，事实上应该是非常重要的。是，好，这是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做，那然后合作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据。那我提供另外一个数字，好，是我们资策会在去年公告的。好，我们预计在今年的时候会达到1兆1277亿。好，那这样子的就是说数据，我们就部里面的立场的话，认为可不可信？它可能是跟我们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我们是从课税的角度要开立发票，它是指电子商务，包括电子的金融啦、什么的，所以那个统计我们就不敢置评。就它的估计会到超过1兆，好，超过1兆是好，我们在它的估计，我们在去年破兆。好，今年会再成长12%，达到1兆1000，它应该有它的，应该有它的依据了。那这样子的，就是说，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数据，这样子的金额是不是非常的大？应该算大了。好，因为包括电子的金融，因为它非常重要嘛。是，好，是我们一年 GDP 的这个部分的话，不过就 是因为我们过去要打在这个部分里面的话，大概就1兆多。那当然包括就是说境外的这一个部分。好。那你看我们今天的报告里面，我们在事实上部里面、很用心的在102年就成立了我们的网络交易课税专案小组。是、那然后在这一个部分的话，针对网络交易课税资料进行相关的查查嘛。是，那这些年来我们查查到了什么？有，就在管制，我在境外交易的这个部分，就是境外到境内来，就海关有查了。我们刚刚，您刚刚一再强调，我们进口货物查缉的这个部分，是五税的金额是7.4亿嘛，53万件，是 是。这个部分的话，通通都是电商吗？都是电子商务吗？没有错啊，就是邮包跟快递，就邮包跟快递的这个部分，但是都是透过电子商务购买的吗？没有错，就邮不是。邮包跟快递不一定是透过电子商务进来的吗？不一定的，不一定，对不对？是。所以这个数字的话，事实上跟我们今天所谈的，就是跨境电商的这个部分是有出入的。好，那这些年来我们到底掌握了多少？好，我直接请问好了，我们在我们的这一个小组，好，我们要掌握查核，我们要先做掌握嘛，我们才知道之后要怎么样子的立法，要怎么样子的来做规定。好，目前的话，以境外电商来讲，我们交易前三大的电商大概是哪三家？马委员，这个我可能要请教专家了。没问题，有请我们相关的业务同仁回答也可以。有没有？没有。有没有？署长在摇头了，说没有，没有。那所以我们在这个小组，在这些年来，我们掌握查核等等，我们将来很重要的都是要靠他们的数据嘛。是。好，他们掌握的就是说资料，我们来作为立法的依据。是。还有就是说，将来送到立法院来，要说服我们委员，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在过去的这些年看到了什么，发现了什么的问题。是。我们、那如果都没有，
对，我们这个小组、我们成立这个小组，不表示问题就已经解决跟掌握了。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委员指教的没错。我们这个小组是说收集国际的趋势资料，那研拟国内要怎么查查，要怎么清查税籍。如果只是掌握国际资料，对，上网去查就有了。这里面很重要的，他要掌握台湾现在实际的状况。虽然我们还没有立法，我们还没有规定，但是以目前我们有的，就是说技术、我们的科技、我们的能力，好，以我们的就是说专业，未来在这样子的一个部分的话，我们如果立法了之后，然后我们有相关的依据要来做查核的时候，那然后我们到底欠缺了什么？欠缺目前法规的规定是什么？这样的。我们跟委员报告，我们税的部分一个就营业税，一个所得税。营业税的部分要不要有外国的营业人要求他来涉及登记？那这个要立法，这个立法。对，那海关的部分已经都立了法了，就是我们说3000元门槛以下免税，我们吃素。就你认为成立的问题 是问题的问题，我请教你一个问题，是就是我们要要求境外电商来台湾涉及。好，是会有什么样的困难？如果他不来设，那我们有什么样的法则了？大概就是这个问题。像日本，他从去年到现在，大概五十几家，对，五十几家，他已经有50多家，但是我们有什么困难？以我们的就说情况，无论我们的外交处境，我们跟其他国家的租税协定等等的，就说这些状况，我们的状况跟日本不一样。好，我们来要求境外电商在台湾涉及的时候，有什么样子的困难？困难就是我们的执行力了，有没有罚则，然后能不能罚到他？所以我们只要定罚则，对，然后他们就会来，不会是这样吗？不一定，也不会嘛。对，好，部长，我想从上面的本席所提出来的问题目前我们的查核机制配套，好，事实上是显然是跟不上我们电子商务的扩张的， 是不是？特别是在跨境电子商务的这个部分，如果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我们应该怎么样子在这个广大的这一块市场保护我们的业者做相关的竞争呢？显然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要来进行的。我要政府要怎么样子的迎头赶上？那其实从财政部目前来的规划跟掌握的状况来讲的话，本席是非常非常的忧心跟担忧的。委员指教的很正确，迎头赶上这四个字是非常重要的。我在内部也有指示赋税署说，怎么样迎接数位网络时代的相关的税务行政措施，要赶快研拟。事实上 OECD 也注意到过这个问题，所以它 BEPS 14个计划第一个就是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财政部事实上是远远落后于这个市场的发展跟进步的。我也非常感谢部长没有讲，就是说那就期待新政府是要我相信新政府一定会在这一个部分再做，就是说继续再做努力，但是过去的这个部分我们显然努力不够。谢谢，谢谢。好，部长请回，接下来我们请徐国勇徐委员。哎，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我们请部长好吧。委员好，哎，部长，我们先来看这一个哈，来，部长看一下这个哈，这个是淘宝网，应该是在2015年大约的一个数字哈，大概300亿，我们的 Momo 大概256亿，那 PC Home 大概228亿，这是我从一些资料汇整过来的，大约是这样子哈，不会很准确的哈，但大约这样子。我请教我们的 PC Home 啊，某某有交税吧？没，好像我的资料里面没有这两家在台湾有登记啊，没有这两家。不是你吗？啊，他是国内的啊，对不起，他是国内的。对啊，他国内的，所以你讲起我惊起，我讲从来没有这两家，我们还跟 PC Home 买了一些电脑，而且 PC Home 的老板相当出名有吗？某某是我们国内很出名的。好。包括电视网好的，他们给我的资料是跨境在台湾登记了，我以为这是跨境的，哦，这是国内的，所以表示你都没有在网购了哈。对，我没有，确实没有。这两家有纳税吧？对不对？应该有开立发票。那淘宝网这300亿有没有？我不知道。有扣到任何税吗？问个案可能要请同仁来答复。
我再请教一下呢。有没有？淘宝网是海关进来客。淘宝网是海外的嘛？中国的、啊。对啊，所以他不在，没有在国。所以嘛，一毛钱都没刻到嘛。他是海关在查，就3000块钱那个查。所以我意思就是说，从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一部分里面，显然的这个税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部长你是课税专家嘞，结果这部分让他跑掉，你会不会觉得心里做感觉？这样啦，就牵涉到哈，你要全部去查，还是要快速通关，就效率跟公平之间的那个 trade off。所以我一时候说，像这个已经像淘宝、阿里巴巴等等，对，他们的那个范围是越来越大，甚至讲个实在话，在中国的包括大润发啦什么这一些大卖场，受到这些影响，听说连股价都夭折啊。听说连这些啊，整他们的整个销售啊都夭折啊，所以你看它的影响会有多大？嗯，所以这是一个不得了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这些也都进来台湾了。嗯，现在还有个问题，他们不但进来台湾，支付的时候，那玉山，我们知道好像玉山银行有跟淘宝网在做联系，直接就这样过去，这会不会弱化我们台币？然后呢，包括汇率等等，会产生一些问题。这一部分也许不是你主管的，但我要请教你说，这一部分以你的财税的经验，这个会怎么样？你的财税的知识，你觉得这个会对台湾整个影响会多大？其实这个就是跟国际贸易的支付一模一样啊，没有什么影响汇率的问题。它就是从国外买进货物或劳务，然后透过第三方支付，所以还是国际贸易的支付关系，跟汇率无关了。好，那我请金管会主委来，王主委来。委员长，对，现在透过这些银行就直接这样过去，也许有第三方支付等等这些问题，那这整个问题会产生怎么样的一些危机或者一些漏洞？你们这部分有没有去考虑到？刚刚我提到了，我在请教张部长的，好，譬如说淘宝网、阿里巴巴这一些，买了我们这边付的台币，可是我们是竟然有透过银行等等直接那边付人民币这样过去，让这一部分。你们认为会有什么漏洞或什么样的问题？这个我们其实是有在统计跟关切啊，对于那个它的成长对业者的影响，还有说这个在资讯流上面，或者是说在这个有没有一些比较大的金额会造成一些诈欺？台币在整个货币流通市场上会不会因为这样子而被稀释？我们的重要性会不会减低？有没有可能这一部分？台币啊？不会吧？应该不会。应该不会。这就是、部长，你的我的判断就不会，这就是国际贸易。对。那我再请教，现在中国4月8号，事实上他们4月8号实施了新的制度嘛，全面课税嘛，包括他们的快递的制度等等。事实上，我们在台湾刚刚这个赖世宝委员买的那一个东西，你看。一个行动电源百几块台票啦，100多块。我们在台湾哪里可以买到100多块的台的这个问题？而这进来没有经过检验，这可能会火烧手机呀、啊！啊，万一手机又放在枕头上，在那边充电的话，搞不好就黑修处啊。像这一类的问题，我们就会看到了这么多的问题。那整个的跨平台，你们现在在行政院讨论，到底到什么程度？因为这是嘛，已经面临的问题嘛，都已经进来了嘛。那啊，来我们次长好了，来经济部次长。像这一部分，你们现在有怎么样的一个及时的机制，能够让人民了解去处理？要注意这一些有没有？这部分来说的话，我们现在大概。还是有改善的空间了，要赶快。还大声一点，还是怎么样？有改善空间，如何来让？有改善空间就还没改善啊。现在还在努力，真的。现在所以换句话讲，对，你们没有把这个讯息透过媒体或者透过一些平台来告诉我们的人民。也许其实买的人自己也知道了，100多块的行动电源，这可能会烧起来，因为它的安全性可能就有问题了。大家虽然心里知道，可是像这一部分。其实政府可以一些宣传，这一部分也可以做出相当的，在我们整个这个跨境电商的平台，我们相关的法律把它完备之前，这个都是要处理的。
好，我们再看，现在产生的就是 不对等的竞争环境。我要其实要提的就是这一个，他们用劣质的、很便宜的，把这些价格都等了荡下来的这一些进来了，产生了一个 不公平的竞争。譬如说境外电商利用制度的漏洞等等，这一些几乎不用缴税，我们国内电商要缴各种税。好，再看看任意贩卖隐形眼镜等等，讲个实在话，我们台湾卫福部会抓他，如果从中国进来，你又能怎么样？你没办法啊，因为这个本来是医疗用品啊，他随便就在卖啊。中国电商透过他们的快递，几天就把货物送到台湾啊。我们台湾卖到中国的，一个月还没上稿了，一个月都还没送到了。所以呢，现在中国跟各国，他有设立一些电商法的专责机构，我们没有法令，只有经济部商业司设了一个科在负责，一个科长在负责，而且他还要负责其他业务。所以我说，这个已经，其实在整个网络购入购物平台里面已经这么成熟。我刚刚把这个资料给大家看嘛，淘宝网300亿在台湾，我们的 PC 用我们的 MOMO， 这两家是我们国内的，加起来总共合起来800亿，这么大的一个市场，怎么会这么久，而这相关的法令都还没有出来？这是不是动作太慢了？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为什么今天我会排这个议题，就是我们的速度实在太慢了，我们跟不上时代。所以部长，你刚刚讲说迎头赶上，真的要迎头赶上，因为我们落后太多了。这，那再来，那我们的现况，3000块以下，那财政部是说会导致海关人力负担，如果把这个全部取消的话。不过问题是，如果财政部认为海关人手不够，没有办法全面对低价的这些货物来课征这些税的话，那你怎么又去？30天内两次，半年内六次。不是，如果我问的就是这个，要全面取消就会人力不够。你觉得对？一个月两次，或者是半年内六次，你觉得你们的能力还可以负担？还可以负担，就是抽查这些次数有次数达到这个门槛的。如果说全部取消就没有次数了，全部都要审查了。好，那我再请教。其实啊，这个跨境电商会越来越严重，对台湾影响会越大，越来越大。我举个例子，有人喜欢买 LV 的皮包，买Gucci 的啦，买这些，以后这些店啊，在台湾不必开很大了。为什么？我只要几个 sample 摆在这里就好了。这些 sample 摆在这里，你来看啊，这个皮包你喜欢，这件牛仔裤你喜欢，我帮你量一量，改一改。你不是马上拿走，你就回去吧，付了钱，付钱的很安心嘛，因为付给的是大企业嘛。3天后，我就从意大利把皮包寄给你了。这一些寄，不一定你每一样都抓得到。所以呢，接下来我们的就业市场会萎缩。他本来一间服装店要非常的大，里面要请30个员工、20个员工，你看那么多人来买，然后他货物要进来台湾，我们他要跟我们租仓库，然后什么，他现在不必了。他现在只要一个小小的店面，几个人你来买，量好了回去钱付了，隔两天他随便一个 line 或者一个传到意大利，传到哪里，传到美国，像 Levi 牛仔裤传到美国，哎，牛仔裤寄过去了，跟你讲，3000块多都免扣税。本来他进来台湾还可以课税，好，他现在一件牛仔裤从美国卖到台湾3000块，他这边收了钱直接那边过去了，怎么办？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为什么中国会全面把这个取消掉，有他考虑的因素。当然也有一些国家没有取消，但是这一部分怎么去看，会让我们整个就业人口会萎缩，然后呢，整个实体市场会萎缩，这包括我们的房屋、我们的店面、我们的这些要租出去的都会萎缩，而事实上，我们的税金也会萎缩，税基又被侵蚀了。所以我说，你们在讨论的时候，希望借这个机会去思考一下这些怎么来处理。这是我今天最主要给大家建议，因为这个有一些东西我们法律还没出来，希望赶快也准备相关的人，我们相关的这些事务官还是要赶快这一部分要处理，好不好？这是给一个建议。谢谢。好，部长主委请回。接下来我们请罗明才委员。
主席，各委员，粗略习惯带哈。主席，可否请张部长，还有经济部沈次长。委员好。部长好。市长好。委员好。我想，过去啊，在元朝的时代是以物易物啊，后来可能用黄金，可能用钱币来交换货物等等的啊。但世界不断在改变，日新月异啊。我想请教一下，像当大陆的这个淘宝网啊，整个突飞猛进的发展起来了以后，有没有了解一下现在整个世界的变化是怎么样？在美国你也可以买到大陆的东西啊，在东南亚每个世界的角落，只要运输像 DHL 快递钱付了以后，这个交易完成了以后，很快货物就到了啊。想请教一下，现在大陆的这个电子商务交易的情况发展的怎么样？大概一年营业额多少？我们记得每次看到这个四个一光棍节的时候，它一天的量可以做多少？这些数据内容是不是大家可以说明一下？这个部分我再找时间把资料补给那个委员，因为大概我们了解它的政策，那实际的交易有没有？比如说大陆的这个电子商务的产业政策以及阿里巴巴的发展策略，这我们都掌握了。那实际的那个金额，我再找个时间补给委员。大概它的这个经济创造的这个交易是多少？这个详细我再补个资料给委员。我想整个世界发展的哈，对，就不断啦，大概每十年、二十年都有一个新的这个的一个商业模式发生的哈。那对于台湾立足台湾。放眼全世界，这样一个电子商务的模式啊，比如说我们在台湾有很多的美食啊，比如说卤肉饭也好啊，或者我们台湾的蚵仔米线啊，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凤梨酥啊等等的这些产品啊，那有很多人上网，他这个华人世界，他觉得他很想要这个东西，这个台湾的东西啊。所以就透过电子商务直接就上网下单，赶快就是这个运输的部分直接送到美国，送到甚至非洲。那这样的一个模式，不晓得经济部的立场是鼓励还是踩刹车？这部分来说的话，是一个整个的世界潮流趋势啦，那我们大概整个也是都要国际接轨，然后把环境塑造。但是呢，今天大概委员都在关心的就是呢，在这种趋势之下，那从管理面要怎么 来管理，如何有效的管理这一块。比如说刚这个招委在关心的就是电器用品的安全的部分，那这部分对消费者安全的保障等等，这些呢如何有效管理，这是一个新经济时代之下我们的法规如何来去做一个。所以你看，当我们看到中国有电商法，他已经开始行之有年了，大概这个淘宝网、阿里巴巴，这个大概有几年的时间呢？大概他有产业政策啊，电商法还没有，他有产业政策，有产业政策。这个产业已经多久了？他大概起步的蛮快，而且最后呢，他像这阿里巴巴，他呢整个大幅的用他的这个整个企业策略啊，把它发挥到淋漓尽致，他大概有十年了吧？哈，一个呢就是。他两个策略呢，一个就是从中国到世界，另外从世界到中国，这两个大策略啊，可以说把他整个阿里巴巴的企业发挥到淋漓尽致。这个都是跨境的哈，对，有很多跨境的，甚至我们听说啊，买飞机啊，或者是说什么买这个大型宾利的轿车等等啊，可能就透过这样一个电子商务交易模式就完成了。那我想请教一下，就大陆现在的模式，他们这些交易有没有课税？就我们看到整个大陆蓬勃发展起来了以后，台湾很多的这个电商啊，错失良机啊，甚至因为做电子商务的很多的是新兴的这个年轻的族群啊，我就换另外一个角色，或者换一句话来说的话，等于我们扼杀了很多年轻人啊，他未来的梦想，他圆梦的计划。因为很多 LKK 啊，看到这个网络以前电子交易等等啊，看了就怕。
所以这一块啊，是不是哦？如果台湾早11年前啊，我们就开始开放这样的一个模式，不要怕哦。很多人说啊，他怎么逃漏税什么的，讲难听一点的、啊，你一个大咖抓到了以后、哦，可以抵过好几个电子这个交易模式啊。我想请接下来请下张部长，陈市长可以请回啊。不然我想请教，现在台湾的这个整个电子交易模式啊，就是网络交易啊，大概一年有多少的金额，收多少的税？包委员，整个产值老实讲，我们没有掌握到，我们掌握到的就是我们清查税籍它的销售额有多少，那进口的货物部分的价值产值我们也没有掌握到。那财政部的资料大概多少？我们查到的就是说国内的电子商务的业者销售额大概有3000亿，对，销售额有3000亿，3000亿啊，对，一年啊，对，那课税有多少？课税当然就要看营业税，然后有没有所得啦，那个就按照有开发票的，他就有诚实记账，那个就比较没有问题。那90%以上有开发票，那跨境的部分就比较难了。是啊，我知道这个部分哈、哦，你要去规范，因为这个是比较新的这个商业这个交易模式啊。那为什么不把我们的心胸开阔，把它这个开放一点哦？先试先行，试试看。我们为什么没有一个愿景呢？希望说台湾成为一个全世界商业跨境交易的一个基地、一个平台。哦，在台湾，也许因为我们的一些资讯，也许因为这个电子商务推动的一些环境的这个优势，我们发展了很多很多的商业行为，或者发展很多很多不同类别的这个行业出现，比如说期货的交易，我们在台湾可以也是透过这个电子的交易平台来做，于是有很多的全世界的基金或者什么，我们在这上面就完成了啊。我们黄金啊、二手车啊，或者甚至这个红酒的销售，因为有这样的平台，我们进而在台湾成立了一个全世界华人的红酒交易中心。我们在台湾成为很多的古董字画的交易中心，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嘛。那配合政府一直在推动的一个自由贸易港区，我看新加坡啊，他自己有一个地方是这个开放式的一个境内关外的一个场所啊。你的现金，你的毕卡索的名画，你很多的古董就放在那个地方啊。透过电子商务交易的模式，我想可以想象空间无限宽广啊。部长，因为电子交易、网络交易，我们一年国家的税收收了多少？不多，我们刚刚有报告过了。事实上，整个掌握住的哈，3000亿元，那里面的营业税、盈利事业所得税，大概就是这样。啊，然后那3000亿是营业嘛哈，大概税收的部分是大概多少？这样啦，它销售3000亿的话，5%的营业税大概就150亿，是。不过还有进项税额，它进项税可以扣啊。对，那所得税就要看它有没有赚钱哈。对，那按照17%来，那个所得额应该不高了，不多啊，大概几十亿啦哈。对，那几十亿，因为几十亿啊，我们千万不要扼杀了一个新兴行业的发展哦。我们希望说，鼓励的这个角色哈，很多人就觉得，哎，那个这个交易模式完了以后，那有一些工作会流失掉。这没错，当工作可能间接流失掉的同时啊，我们自己要有自信啊，哦，因为 Made in Taiwan 的产品好啊，我们更因为透过这样一个交易模式来扩大更多的输出，让很多做凤梨酥的也好，做一些文创产品的也好，或者说一些纺织鞋类更有多元特色的商品要透过网络交易的模式让它行销全世界，也许我们量变多变大了，就好像当初在20-30年前大家觉得啊，做食品的没有用啊，没有出路啊，做凤梨酥要干什么啊，有一个酥见面就是酥一半呢，其实不然哦，当你市场开拓了打开了以后，你看凤梨酥成为
所以陆客来的时候买的商品是第一名啊。所以我希望说，对于这个电子商务交易的模式啊，我们以比较开放的一个心态，先试先行都无所谓啊。因为参与的很多的年轻人啊，我希望台湾这一块啊，以积极鼓励的方式啊，来取代更多的严厉苛责的对待。好，也许这样市场，也许未来啊，这个交易平台做成功以后，我们成为全世界华人的一个电子交易平台的这个中心。部长有没有可能这样子方向来发展？我想今天听了很多委员的质询哈，我想今天招委排这个报告是很有意义的啦。就电子商务对未来产业的发展、对就业的影响、对整个国家的经济的转型都是很有要严肃以待，严肃面对。对，我们也希望正面的部分呢、啊，要把它表列出来，是哦，而不是说怕，一直怕怕怕哦。两岸的这个交易模式怕怕怕，那大陆不要来哦啊，不敢开放啊，陆客圈那么多不要来，好、哦、怕来会带坏台湾，会什么对台湾坏的影响，是通通不要来啊，通通不来就没有观光客，那、啊、没有观光客就没有带动这个消费能力，那整个都是循环的效果。反而像新加坡不断的开放，不断的开放啊，管理你加强嘛，是、哦、我想应该取得一个均衡点的、啊，还是要、啊、朝着开放的方向啊、哦，那来赚更多世界的钱哈、哦，让我们的下一代有机会有希望。谢谢。好，接下来许玉仁委员，许委员请。主席好，我有请财政部长张部长，还有经济部省常务次长。次长请。徐委员好。是。委员好。是。部长还有次长，请问一下，上一次你们使用网路购物的时候是多久以前？还是从来没有用过？我没有上一次。你没有上一次，所以你还是网路购物的处男，可以这样说吗？还没有用过。是处男。好，那次长，才用过一次，只用过一次。请问多久以前买什么东西？就是买一个商品而已。啊，是什么嘛？多久以前？日用品。多久以前？一年以前。啊？一年以前。OK， 所以。一年以前还有用过电子商务这个服务齁。好，所以呢，我们现在面对了一个环境呢、啊，是我们的部长还有我们的次长，竟然不是网络的使用者，但是他却要为网络产业做规范，这是不是产生了一个问题？所以我想请问一下，如果你们没有办法做这个情境的想象，你怎么去想象这个产业的发展？你可不可以今天晚上回去就给我用那个 PC Home 去买东西？不用 PC Home 啊，用任何一个电子商务的平台，你去用一次就好了。然后你告诉我什么是电子商务，因为我真的不懂。如果你们都没有在用电子商务，你们怎么去规范这个产业未来的发展？请回答。我今天晚上我来试试看，再去体会一下，去体会一下。好，麻烦告诉我你买了什么，然后你的体验是什么。好 okay. OK， 好。好，好，下一页。我们今天谈租税啦，哈，租税其实跟这个政府的税收财政有很大的关系。我也非常谢谢这个张部长今天来报告。租税也跟这个产业的发展有绝对的关系，哈，我是代表一个年轻的创业家，所以我为这个世代要发声。我们不能够再用旧经济的思维来去思考新经济产生的机会。各位同意吗？同意。同意哦。好，下一页。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哦，全球电子商务的报告。2013年全球电子商务的总产值1.5兆美元，然后美国有4190亿美元，中国跟美国非常的接近，3284亿美元，
总体成长了 23.6%， 亚太地区成长 44.6%。 我请问两位，你们知道台湾2015年电子商务的产值有多少，然后成长率多少，那你们预估未来三年这个产业的成长空间还有多少？来跟委员报告一下，在这个整个电子商务来说的话，早期我们大概呢都是在 B2B 方面，有相当的一个基础。那 B2B 呢，过去大概呢，我们在早期的这一个 B2B 大概有2兆多，1兆8300亿左右。那 B2C 大概2200亿左右这样的一个营业额。这电子商务的部分嘛，对对对。好，好，下一页。我们都知道啊，台湾在发展电子商务面临到一个绝大的困境，就是我们市场不够大。所以所有在创业圈的人，大家都在谈跨境电商，这是我们一定要去做的一个方向了。在台湾所有做发展电子商务的厂商或创业者，对于发展跨境电商的意愿是非常高的了。可以知道说，已经有跨境销售的有32%，预计一年内跨境有21%，2到3年内跨境有5%，也就是有将近60%的电子商务的这个厂商要做跨境电商。那我想请问次长，我们政府具体来说，到底为这些电子商务做跨境电商做了哪些政策上的辅助、政策上的优惠？我们报告一下，在这个所谓的跨境电商这一块来说的话，大概从两个方面来讲，一个就是所谓的从这一个一般的这一个实体商品的部分，还有一个就是从所谓的数位商品部分，这两个部分呢，来跟委员做一个报告。首先呢，在实体商品部分，我们就是来强化我们这个台湾的经贸网，然后再透过在地的这个语言的系统来建立一个行销专区。市长，我觉得哈，我们脚步真的太慢了，因为哈，中国发展跨境电商就这5年的事情了。对，BAT、百度、阿里巴巴还有腾讯，他们看起来像。阿里巴巴是零售业、网络业，腾讯是看起来是社群媒体，百度看起来像是搜寻，可是他们全部都在跟电商有关，处理资讯流、物流和金流。那我们政府真的非常非常的慢呢。如果我们再用一种保守的心态来看待新经济带来的机会，我真的觉得我们国家的未来是岌岌可危了哈。下一页，部长，这要请教您的了哈。中国过去2年发展了跨境电商，中国电子商务白皮书，请问我们国内有做类似这样的规划吗？把电子商务成为国家国力发展，还有包括政府税收来源最大的一个驱动力之一。这个行业的发展哈，行政院有一个小组。那经济部他是他们做幕僚单位，所以整个电商的发展行政院是很重视的。那至于税制的部分，我们是在跟国际在趋势在接轨。好，那这部分的报告是不是可以提供给本席？这部分我们可以来提供给委员。好，关于啊，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别人卖给我们的东西很简单，各种各式各样都有。前几天有个立委才说，连那个普悠马号的泰鲁格号的车票都可以在淘宝上面买到，可是我们台湾的厂商卖到国外去却是难上加难。请问一下，部长，您知道我们的货物要卖到中国审核时间是多少吗？多久吗？中国审核我们的时间是多久吗？这个我不清楚。答案是2年。哦，这个是匪夷所思啦。如果我们卖了一个东西是食品的话，卖到中国去，我们要被审核2年哈。再来后谈一下税，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调查哈，70.3%的电商认为目前关税是对我们最不公平的。哦，下一页。所以呢？别人卖进来很容易，我们卖出去很困难，政府又收不到税，所以我们在一个全盘皆输的状况底下，台湾人
出去做生意很难做，政府又收不到税收。我下一页，你看一下啊，这些哦，上一页，对不起哦。中国平均对我们科的关税高达 9.71， 然后呢，国外进口到台湾的这个货品，我们政府平均6%、95%以上。那这些东西，我不知道部长您对于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一个措施？这个就是两岸第一个就是关税的部分啊，两岸的官务要合作了。所以刚刚包括委员讲的审查，那个我们有两岸官务合作的一个平台。如果真的有审查打两年的，我认为这个国际贸易应该要停顿了。但是想象中应该不是这样了，因为我们外销到中国大陆占了我们整个外销的40%左右。所以啊，这个如果有个案呢、啊，可以透过这个平台来协商。哦，讲的是电子商务哈，是啊，这个是这个是新的电，是不是一般的贸易、啊。那这部分是是不是请部长这边来做明察，并且提出一个如果有一些很特殊的个案，我们有两岸的合作平台。好，是。好，那次长您这个部分我这边强烈的建议啊，我们的国家无论是新的经济部长上来以后，或是从现在此时此刻开始，应该要把电子商务成为国家重要的经济战略之一。这个我同意，这个等于是一个新经济的一个政府应该要在这一方面加把劲。好，那这部分我希望这部分次长你这边要赶快的来做出一些回应的方案呐、啊，这部分我们会跟这个案里面呢，现在督导的蔡依林蔡政，我们来反映一下。好，谢谢两位请回。哦，接下来我想问 Apple Pay， 我想请金管会王主委，不好意思哈，非常时间不够，但是我想还是问一下。好，委员长。好，主委好哈，请问一下，你自己有用任何电子支付的工具吗？你手机里面有多少个支付的软体？三个。哪三个？我有用 Momo、哦、然后还有那个东森、哦、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忘记了，那个对忘记了。主委你有开通吗？你有去注册使用过吗？有啊，有齁，我每个月都会买啊。好，那我跟你鼓励一下齁。我简单一个问题，到底金管会对于电子支付Apple Pay 登台的配套措施是什么？就刚刚其实有报告，就是我们认为国际化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可是在跨境的一些资讯的传播还有相关的这个 TSP 这个处理上银行跟他们之间的交这个处理的这个过程会不会造成产业的影响或者是一些资安的疑虑，这个部分我们已经有开会。那我们的立场是我们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可以尽量减少产业的因赔，然后在资安安全的状况底下做最快的开放。好，我这边简单提一个具体的建议啦齁。我希望这个电子支付的这件事啊，政府有一个义务，就是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你不能够前面一直挡挡挡，挡到最后要开放了，结果发现我们国内厂商没有办法跟得上国外的竞争对手。是，这个有在我们的考量中。好，那因为时间已经到，我今天本来还要准备很多，希望来聊这个问题。希望下次有机会，谢谢。好，谢谢。好，接下来吴志阳委员，吴志阳委员，吴志阳委员不在。蒋乃馨委员，蒋乃馨委员，蒋乃馨委员不在。蒋万安委员，蒋万安委员，蒋万安委员不在。郑运鹏委员，哎，郑委员请。哎，主席、各位委员、各位所长，大家好。那是不是可以请我们经济部沈次长来？次长，来。哎，次长，您跟那个徐委员先聊一下，没关系。我马上就。委员好，次长好。还好，刚才许玉仁委员没有问我说我有没有用电子商务买东西哦。我会买卫生纸啊，跟还会买玩具，我还会买拍卖哦，甚至我还会卖啊，只是卖的东西乏人问津哦。那这个今天我们在谈的大致上是电子商务，我听了两个三个小时哦，大概谈的是 B2C，
跟 C2C 的商务了哈。是。那甚至有一些台面比较大的，大概就是 B2B 的，就是公司对公司或那个企业对企业这样子哦。那现在听起来，我们大概有三个问题：第一个是课不到税，对。那第二个问题是不对等的障碍，刚才我们赵伟也问到哦。那第三个就是它深度的影响了我们的传统产业，哦，那会造成说我们的管理失效。那造成我们现在合法受到规范的业者跟个人，那他们减少收入甚至失业是有这个状况了哈。那所以我今天看了我们经济部的报告里面，那您有提到说行政院有选择了八大的重点领域作为未来台湾电子商务的发展，这次长没有错嘛哈？是的。您可不可以说明一下这个什么时候择定的八大，那是哪八大？第二页的这部分。好，这部分我跟耿委员报告一下，大概我们那时候呢是选定了农业电商，嗯，以及呢这个网络零售，推广农业的啊，哦，网络零售就是今天讲的比较像是淘宝啦、PC Home 啦这些竞争，是不是？大概我们也是希望呢利用呢这个我们刚刚委员在关心的传统产业要把它电商化，然后就走出去， okay， 大概是这样。那再来，那线上游戏以及呢数位学习 e-learning。以及呢影视音，哦，嗯，新媒体以及数位出版网络金融，嗯，还有线上旅游，线上旅游这是八大行业，哦，对，现在被讨论最多的哦，那在美国的上市公司里面最红的大概两个，我想请教一下次长是属于这八大的哪一类了。第一个是 Uber 啊，哦，你听过吗？ Uber 你有叫过吗？没结果，有在讲起。Uber 叫在台湾叫白牌车啦，白牌的，就是他没有受到职业驾驶人的管理办法里面的规定了哈。另外一个叫 Airbnb， 你知道吗？其实有听爱讲啦，有听爱讲了哈。简单来说，他可能不是太是饭店，他做的是出租公寓，对，短期出租的那个公寓了哈，或者套房。那这两个哦，一个比较像计程车，一个比较像是出租套房。比较像走出位哈，像民宿。那是在我们八大的重点产业里面的哪一类？跟你请教一下。这个部分，平常讲现在没有在这个的领域里面。那现在最红的是这两个啊，结果不在我们行政院花了那么多时间，三年哦，应该是三年的成果，就却不在我们八大重点产业里面。那我想请教一下，这是为什么？我们交通委员会管的交通局部所属的是不重要啊，他们其实这两个产业很直接影响到的是个人的，我刚刚讲说 B2C 的哦，但是个人端不在电子商务里面，甚至他没有办法进行电子商务，他却影响到他们的生计啊，但是却不在我们行政院的这八大重点产业里面，这本席无法理解啊，是因为说是你经济部管不到，所以你不去讲，还是交通部失职？他们不去建议呢？报告这个部分，我们会来把这一个电子商务督导的政委蔡依林政委，我们来跟他反映一下。你要去咨询他的？不是，我跟他反映一下。每次行业别遇到八就不会有好事了，八大产业、八大行业哦，我靠，抓不起来了。那这个我们行政院所抓出来的八大重点的那个电子商务产业，却没有包含现在大家在讨论的，影响到个别职业最严重的。哦，这是那个计程车，那 Uber 跟 Airbnb， 这是很莫名其妙的事情啊。那这一点怎么办？没有那报，您是常次嘛，哦，未来还是会担任长官。我对我还是会跟这一个政委反映一下。所以因为今天大家反映了蛮多问题，我们会回到里面去跨部未来大家来。所以您不只说今天要去网络上买点东西，要给徐委员一个交代，您可能还是要了解一下其他部会，对这些不要把它当作说他们规模不大。就不是行政院或经济部该注意的，这是整天在收现金的。然后另外对于这日租套房来说，它还有一个安全的问题，你如果旅馆有受到这些民宿的规定，然后或受到那个旅馆业的规定，它会有一个证书嘛，表示说它在消防上面，它在安全上面是有获得认证。计程车也一样啊，它必须要有，它必须要没有刑事犯罪的证明啊。那如果是日租套房的话，他可能就牵涉到我们部长张部长，跟你请教一下好不好？是麻烦您，日租套房跟旅馆业的竞争，跟民宿业的竞争，它是来自于说，第一个有没有税收的问题，你扣掉税；第二个是安全的问题。那我想请教一下，现在哦，台湾对于这种日租套房 Airbnb 上面的业者，我们有没有掌握？
他有没有被磕到补充保费？有没有？房东就要磕补充保费嘛，不把他当做旅馆业者。如果他是纯粹一个房东来说的话，你们有没有磕到税，或有没有磕到保费？对，入那个美那个你刚刚讲的对民宿哈，我们大概是有掌握了。日租套房我倒是不清楚。对啊，所以现在美国最红的这个 Airbnb 哦，他讲的是说你到别的城市里面去体验他们当地人的生活，这个也是个出租行为嘛，他没有在交通局的管理里面嘛，那所以你也磕不到税，我们的补充保费也磕不到，是这样吗？补充保费是磕房东没有错，对不对？那他也是房东啊。我在探景啊，哦，现在包租公包租婆，那个所有的台湾的房地产都掌握在少数人身上，但是我们就磕不到一毛税，没有错吧？一块钱都磕不到，更不要说对于消费者的保障，这个没有错吧？那却不在我们的八大重点发展的项目别里面。部长，你觉得这样公平吗？委员好像这是两个议题了哈，就是对入你委员是讲一个是管理了，一个课税嘛，哦，是没有错，两个议题了。对，那你觉得是不是需不需要管理？嗯，这两家都还没有落地。对，所以它严重的影响到个别的生计。嗯，它也严重影响到不只是我们营业税的问题，它甚至影响到补充保费，这样没有错嘛？没有错。所以这个也是不是麻烦由部里面的同仁研究一下哦？那再来跟部长请教的是哈，我们看到下一页哦。刚才委员提到，之前郑宝清委员他在淘宝上面买的不是普优玛，他买到举光号了。嗯，那这两页哦，一个是淘宝，一个是露天，他们都有在代购那个高铁票。您分得出来哪一个是露天，哪一个是淘宝吗？看不太清楚，看不太清楚嘛，因为露天在台淘宝在台湾也有网站啊，它有点 TW 的网站，嗯，所以它是用台湾的正体字哦，嗯，那这些是人民币，这些是新台币，嗯，其实换算起来代购费用都差不多，嗯，部长跟你请教说，好，现在两个都做赶快了啦，哦，嗯，露天它上面有很多，其实它形式上是拍卖，其实很多已经职业卖家，这个也没有错嘛，嗯，我们现在对露天课税的规定是什么？我们就是拍卖的网站，请同仁答复一下。我替你刷屏几了，好吧？多万多家。这两个东西在这两个网页上面在做的，其实行为是一样的。我替你说明一下下一章了哦。嗯，对于露天，你们一定有磕到税，嗯，哦。简单来说，八万以上开始磕，这个没有错吧？磕1%。好，来下一章。好，下一章哈，哦。然后20万以上就磕5%的营业税，这样没有错吧？那淘宝上面呢？我们回到刚那个淘宝跟那个露天上面的，那淘宝上面你们磕得到吗？我跟部长报告一下，这差别在哪里？刚才有委员提出来说是卖东西的啦，他从中国寄过来的，他卖那个什么，不管是行动电池啊都好，这个是卖台湾的车票。那因为中国封锁了台湾的网站，所以他们想要来旅行的人其实买不到台湾车票了，所以就代订嘛。那代订的业者，我给你报警啦。80%台湾人啦，所以他有可能在露天代订，也有可能在淘宝代订。你在露天要被课税，在淘宝上不用，这样子公平吗？嗯，不公平。不公平，对不对？这还是小的业者哦。对。我跟部长保证，未来在这样的平台上面，他们付钱是付到对面去，或其他国家去，他们会可以在台湾的，不管是 PC Home 也好，在雅虎也好，他在 Momo 也好，在东森哈，广主委的东森也好，他们会做同样的事情。在中国的网站上面是磕不到税，在美国网站磕不到税的，这赶快的艺术嘛。现在这个我举出来还是代购，还是小额哦。我保证大家都透过这个方式，那这样子我们人财两失啊，是，对不对？然后他们的货物根本就没有您经过您的这个通关啊，它不是从外国寄来的，这票郑宝清委员是到路边的便利商店去输入直接拿到的，所以你也抓不到他有没有超过3000块，你甚至抓不到他的邮件，那这个怎么办？我们财政部怎么思考？委员，这个案例我请同仁来研究一下。这是通例，这不是案例。对，我说这个案例啦，这个案例好，我来研究一下，看看漏洞要怎么样防堵，好不好？那跟部长请教，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规定是那个邮件里面就是用3000块来定了。嗯，对。可是啊，你几包立马我们才有3000块不啦？是不是？当然，那就是查核的问题了。对，所以在我们的报告里面哦，就说，如果我们取消这3000块的免税门槛，就是说我们每一件都去查的话，会降低它的通关效率，对不对？是。可是降低通关效率，不就是增加本国业者的那个商业竞争力吗？不是这样子吗？所以如果你把这3000块取消掉，你有可能
因为查核通关比较慢，台湾的业者我在台湾贩卖，我就不会有这个验货的问题嘛。这样不就是变相来说，第一个你增加得到税，第二个你增加了台湾本土业者的竞争力，这些都是本土业者哦，只是他卖的是车票、哦。他其实在淘宝上面开商家，你根本分不出来他发货地点是中国还是台湾吗？不是这样吗？委员，我们刚刚往门槛刚刚往上提了，就是改为次数哈、嗯，就是说30天内两次的不适用3000块，半年内适用60，不适用。部长，我知道，我们先我不是我的意思说，我们先试看看。我跟您报告，你这个问题在哪里？我再把问题聊牢几的，然后政策上抓漏一下。是您说的用在报告里面讲的卖方跟买方的地址，用那个日期去做查核，这个问题在哪里？对，你抓的都是公司对个人。或者公司对公司了、嗯，我买家不太可能一直跟同一家买了、嗯，所以如果对方是个人，他的发货地址随便写根本无所谓嘛、嗯，所以他不会在一个月内产生两次他同一个卖家寄到同一个买家的身上去，你可以俩不为啦。是啊，我的意思，我们现在如果 C to C 的话，你这个方法我了解委员的意思，我是说这个办法刚刚要修法了，我们实施一阵子再来检讨看看，看这个好不好？因为部长、啊、还有部长跟市长跟您接最后一句话了哈，招委不好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太着重 B to B 的，才会有现在的管理方法来。如果你去思考说最终端业者 B to C 的或 C to C 的话，那个游戏规则跟课税方式跟你们现在所提的政策完全不一样了。那再来就是说，你们这八大重点扶植的产业里面，其实漏掉了很多现在在全世界最夯的一些电子商务业者哈，那个漏洞很多。好，谢谢。好，谢谢。好，接下来中孔赵委员，中孔赵委员，中孔赵委员不在，张立善委员，张立善委员，张立善委员不在，李彦秀委员，李彦秀委员不在，李彦秀委员不在，何新崇委员，何新崇委员，何新崇委员不在，费宏泰委员，费委员请。好，主席，各位委员，各位我们出列席的女士先生，主席帮我先请一下财政部张部长，好。哎，部长请。费文好。刚才啊，这个有人给我看即时新闻了、啊、哈，说关于我们财政部啊跟台新银行啊的官司啊输了啊，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事情。不知道。啊，是。那往后的发展会怎么样呢？我回去再了解一下，看看他判决的内容是什么。那如果当然输了，我们也大概可能初步也会上诉了。对，第一个会初步去上诉。是。第二个，这个当时你们打官司，难道没有找出很好的理由，找到很好的律师吗？有啊，我们那个律师就是很好的律师，就是我们请就梁怀信律师。不能因为官司输赢了哈，是是，我们就来判定那个律师好坏哈。是，但是也是有些关系的哈。是，你觉得这个案子会输的原因是什么？我委员，我真的还不了解法官是怎么判的，我们会详细研究一下，看看他判决我们输的原因是什么。如果输了你们也上诉，上诉结果还是输的话，那换句话说明年董监事改选，台新就可以拿到张银的经营权了。意思就是也不要协，我不了解是不是就也不要协商了，也不要选了，就公股就给他了。我们那个国库署的署长有没有来？国库署今天是副署长来来、哎、是。你知道这个案子刚才判了吗？我刚正在搜寻、啊、还没有搜寻到。讲大声点让我听到。我刚在利用手机搜寻，没有搜寻到这则新闻。哎，为什么我会知道你们不知道呢？你们知道今天要判吗？知道，知道今天要判。好，不，从这个简单的例子来看，部长不够用心呢。是，没有人把你这是因为24小时要盯着嘛，没有把及时，而且就是今天上午判嘛。是啊，哎，国库署长今天为什么没来？国库署长今天请假，他去做一个简报。哦，对，好。这个部长，这个对你们而言呢、啊？是，在你离职前，这个是还蛮重要的。嗯啊、是，我想尽快啊了解状况。嗯，那
该怎么做就要去怎么做，没有错，没有错，好不好？是，好，是 ，OK， 好，好，那个国库主任请回，那个主席帮我再多请啊，我们金管会，还有经济部，王主委，次长，还有中央银行，哎，中央银行，来，中央银行是，哦，外汇局的中央外汇局。四位，我想请啊，我今天好像看了报纸啊，关于苹果的 Apple Pay 没有办法在台湾落地，好像一开始啊是央行在报纸登出来，前一阵子央行在反对，央行反对啊，那央行发了一个新闻稿，后来感觉不是央行反对，而是金管会在反对，我不知道。这里面报道到底哪个是真的，可不可以？当然这个跟我们张部长那边相对的关系比较小啊，你们是现在税的问题嘛，对不对啊？我们可不可以先请一下金管会长，为什么 Apple Pay 没有办法在台湾落地呢？跟费员报告，其实央行没有反对啦，然后我们也没有反对。那为什么这个业务要 拖到明年呢？那就是因为在那个技术上，他在选定 TSP 的时候会有资讯的传播，那这个资讯的传播会直接出去或是在台湾处理，这个部分会有资安的一个问题。那还有在相关银行跟他们合作的这个部分，也会有一个合作之间，当我们必须要在监理上要再进一步有配套措施的问题。所以银行局已经开过两次会了。我们也这样子，财政部长请回来，我们请银行局的局长来。是。那个主委，我想先请教一下哈、啊、，Apple Pay 在全球都还没有启动吗？已经启动了，有非常多的国家都已经有合作了。啊、那些国家他们这个 Apple 用的条件跟我们台湾用的条件是不一样的吗？基本上在那些合作的国家，它的资讯都是直接出去的。直接怎么样？直接由国外处理。也就是有 Master 或者是那个 Visa 卡，他们现在苹果是想要在台湾处理，还是你们要求他在台湾处理？好。鲍委员，他现在都是由信用卡卡组织来处理哈、哦。那 Apple 他当然也希望他在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哈、哦，跟都是相同的模式啦，都是用信用卡由信用卡卡组织来处理。换句话说，听你这样讲，说苹果希望。全世界处理的模式都一样，是不是这意思？是。那我们台湾为什么卡住了呢？这个争点就是代码化是不是要在境内哈、哦？它当然有涉及到几个争点，所以我们那一天开会哈、哦，我们是把金融机构哈、哦，把相关的业者都。刚才我问的，不知道你们听清楚了没哈、哦？苹果举例，苹果在别的国家，它用的方式跟在台湾要用的方式，台湾还没有落地。方式一不一样嘛？一样，一样。那别的国家为什么可以，我们台湾不行？你说你们没有反对，央行没有反对，金管会没有反对，请问经济部有没有反对啊？这个我们没有意见。你们没不是你们的业务，所以你们没有反对。张部长坐在那边，你也不要上来，你们有没有反对？你没有反对。那换掉就是央行跟你们金管会嘛，你们嘴巴上说不反对。那可是今年就没有办法来落地使用，那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应该是我们在联席会的时候，央行有提出一些concern，希望我们要厘清在监理上这个部分是不是会有疑虑这样子。那因为那难道别的国家就没有疑虑了吗？同样的问题啊，这我问你的问题，就用同样的问题来回答你所讲的任何不一样的东西。那别的国家难道就没有问题吗？你们金管会一直在推动，包括曾明忠以前讲了一年多给我讲，这个 financial tech 这些东西 technology 这些东西，他们一直是你们要推动的，希望我们央行日后少印钞票，这个方向都是大家就是觉得对的，可是感觉上进来我们到台湾以后。就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刚好今天利用两个机会嘛，我们外汇局跟这个银行局的局长，麻烦你们告诉我，问题到底在哪里？什么时候可以做？或者你们我们根本就不要。
报告委员，对这个问题，我们是尊重主管机关金管会的意见。谢谢。你说什么？尊重主管机关的意见。主管机关是哪个机关？金管会。所以你们没有意见，是不是这样子？主管机关的意见。OK， 谢谢。因为我看彭总裁给我们财委会，可能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新闻稿，他们都央行没有意见。金管会，你现在银行局，你不能告诉我说，那个我们沈次长请回，你不能讲说其他的部会有意见吧？我们经济部的常识在这里，财政部长在这里，他们说没有问题，都没有跟不知道业务主管，他们也不会反对。剩下跟你们有问题的，可能外汇局说没有问题，那请问你们问题到底在哪里呢？我看到报纸的报道，银行也没有问题，就剩下你或者是王主委你们两个的问题。不，我们尽速依程序来做一个决定出来啊。尽速到什么？就像你们刚才王主委回答说没有问题啊，那你们都支持啊，支持今年没有办法用，那如果不支持呢，要十年了。这个我们会尽速因为各方面意见都听了啦，跟委员报告，我们会尽速做一个决定。尽速是指多久的时间？尽速我们大概一两个月内吧。啊？一两个月内？一两天内？一两个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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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啊，那还可以接受了哈、啊。这是立功哦、啊。我相信，我请问你，520以后你还会在这边任职吗？我应该。我例如说520以后，丁克华还会请你当银行局的局长吗？我也不清楚，我听到的是会了啊，所以你要负责任了，你讲的这个话了啊。今天是4月27号，因为今天这个日子很好记，是张银跟台新的宣判日，好吧？再次提醒部长哈，两个月以后就是6月底，你要告诉我一个答案，好吗？真的，我觉得很奇怪，别的国家跟我们台湾方式都一样，人家可以，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你讲了半天啊，大家不要听了、啊，是不是这样子？两个月以内，好吧？接下来，江永昌委员，江委员请来。江委员质询之前，我们先向大家宣布一下，今日中午不休息，我们会议继续进行到全部议程结束为止。那我们一样，请工作人员可以发便当。好，好，谢谢主席，请那个经济部长次，请次长。委员好，次长，你刚刚说一年前你有去网购，请问一年前你网购的项目是劳务服务还是货品？货品。是货品。那你知道你上的是哪一个网站平台吗？网站。你还记得吗？那所有是哪一个网站平台？那个是 PC Home。 你要回答 PC Home。 对，是境内的啦。 对，那 PC Home， 所以你是用 PC Home， 那你的第三方支付走的是谁？那时候我没有注意到、你不知道。其实你今天是辅导境内，不管是电子支付业者，不管是境内的电子商务，你都说要鼓励的。还好你是用 PC Home 啦。你知道如果你是境外的电商的话，你要用买受人的身份，有没有受财政部逆向课税？这个你知不知道是什么？这你知不知道？所以我跟你讲，跨一个部会啊，就在你所主管的一个业务项目，你就都不知道了。我本来还想要问你更细一点的呢。好吧，请回。好，谢谢。就教育财政部部长。委员好，部长请教一下哈，以电子资讯的方式来做第三方支付哈，算不算电子商务？这是劳务，这是服务，这是一个交易当中对他这个代收代付的一个服务。那也是劳务交易，跟银行的劳务一样。算电子商务是？要不要课营业税？我认为要。你认为要？是。那就教育监管会主委哈。请稍微保持安静哈，小声一点哈，不要影响我们江委员的质询啊。好，质询，金管会主委，那个时间啊，就交予金管会主委。喂，好。
那个支付宝跟微信有没有在台湾申请？支付宝跟微信有，是啊，有啊，有啊。它是属于哪一种？专营电子支付机构、兼营电子支付机构，还是境外合作协助？没有啊。哎、欸，没有啦。你刚刚的问题是在台湾，我刚刚串联财政部那边，他说这也是属于电子商务。现在回头来看，他在台湾的营业登记许可啊。第三方支付，支付的部分还没有。支付的部分还没有。是。那如果支付的部分还没有的话，我们现在讲一个状况：外国观光客来台湾消费，那在台湾消费的时候，他使用境外的这个电子支付，那这整端来讲，到底要不要课营业税？他使用支付宝跟微信啊。那如果说还没有开放的话，他为什么可以使用支付宝跟微信？这是已经存在的事实哦。啊，请回答。你是委员？要不要课税吗？你有掌控他金流吗？你如果不没有他，你我问他说，他是不是台湾合法的这个电子支付？不管是他是兼营还是专营还是合作，你说都不是，都不是。他在台湾可以执行支付呢。你到台湾的观光景点去，外国观光客不一定是中国啦，使用支付宝跟微信，他就可以刷，他就可以付费啊。经过支付宝跨国合作的方式。那你刚刚说三者都不是，他是跨国合作。那你刚，所以部长你要知道，我以为你说是有没有核准呢？好，我继续讲。那你有没有掌控他的金流？如果他是你允许的一个电子支付的一个跨国跨境合作的方式，你有没有掌控他的金流？金流是可以掌控，是有掌控。是，你确定有掌控？我要问财政部，在台湾的观光景点，他在那里消费的时候，我们的营业端啊，我们的商家啊，要不要开发票？委员，如果你刚刚讲的第三方支付，像支付宝哈，我的你先讲，他现在来买一个商品，这商品有三种状况，是商品在台湾制造，那他现场就买回去；商品在台湾制造，他现场买了之后，但是后面再邮递回去，是哦，到境外去。另外一种，其实商品根本不就不在台湾，台湾这里只是展示。如果是在台湾的话，课税、啊、要课营业税，营业税，但是带出境还可以退税了。那个抵税哈，那个另外再讲啊，那个是为奖励出口。是。那要不要开发票？看他销营业人是不是要开发票的营业人了、啊。其实如果你能够掌握那一端开发票的话，你就不用担心那后面有没有会有逃漏税、避税的个问题啊。对。是不是这样子？是。好，那我今天问你哈，假如啦，有观光客来台湾，他买了一个50块的东西，但是哦，今晚会一起听哦。他利用支付宝或微信，好，这个钱他是付给支付宝跟微信哦，支付宝跟微信他会再汇回台湾的银行，最后再到营业端哦，就是那个商家手上，支付宝跟微信有没有收手续费？支付宝他的代理人是玉山银行了，这一部分没有问题了。不是啦，对，我如果问金流的话，是金管会，这个是你许可的，他们是跨境合作。支付宝跟微信有没有收这个手续费？是不是可以请银行局回答？快啦，我时间有限了。他应该会跟店家收了，然后应该有货没有？服务有收了，然后再台汇回来台湾的银行，台湾的银行汇给商家的时候有没有收手续费？这个中间没有，但是店家要店家付费给台湾银行，对，就教育财政部，台湾的银行哈、哦，他服务然后付费给商家，商家要付他手续费，这个部分算不算营业行为？要不要缴营业税？要。好，支付宝或微信，他拿到消费端在他那边的钱汇给台湾的银行的时候，他也有收手续费，那个部分要不要收营业税？那是一样，进口劳务，那有营业人买方。好，问题是你掌控了吗？如果像刚刚讲的支付宝透过一三银行，那个就可以掌控。如果没有的话，那个要掌控就……你曾经问过金管会，这整个金流，支付宝跟微信他们在境外的金流，你们也都掌控吗？有掌控吗？真的有掌控吗？我说今天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当场有没有开发票的问题。如果当场他有，你们有稽查，让他一定都要开发票，其实根本不用看后面的物流跟金流，你们就可以掌控这个税基。是，但是今天并不是这样子啊。
支付宝跟微信有没有在台湾的各大夜市使用，有没有在台湾的各大的观光景点的这些商店使用，都有开发票吗？有没有？这样啦，如果没有嘛，对，没有嘛，这部分没有。所以国境外的这个电子支付有没有？它事实上对于我们境内所做的第三方电子支付，这是一个不公平的竞争，也损失了一个税基。所以你前端这边你发票这个你没有办法好的一个稽查，你没有人力物力你查不到。后面你们说要从这个金管会这边那个金流，我刚就问他了，境外的金流他也未必会知道啊。请回答我啊。那个每一笔都可以查得到啊，因为每一笔都查得到。支付宝跟微信，刚刚我问过财长了，他所讲的，他这个帮忙人家代理、代收、代付，也算是一种电子商务行为。那如果这个发生在台湾，因为消费在台湾，好、哦，所以他也应该要课营业税。问题是没有课这个营业税啊。你们有报给他吗？我要问财长，你们如何知道？你再想一下哈、哦。这个消费行为在台湾已经是相当普遍了，但我们没有做了。回答我一下，如果今天买一个50块的商品在台湾，透过支付宝、微信，好、哦，然后他收2块的手续费，支付宝、微信再汇回台湾的银行收1块的手续费，然后到商家只有实得47块，你的发票是开47块，还是开50块，还是开49块，开几块？回答我啊。货物的部分在卖的时候开哈，那看看卖方是不是使用发票的营业人。第二个就部分就是手续费，他支付如果支付给玉山银行，那玉山银行要课税。对，我现在就是点出财政部跟金管会你们之间对于金流跟你们这个营业的稽查，你们现在是没有契合的啦。你们两个现在哈，听本席在质询有没有？还有点模模糊糊，不太敢答。了解我意思吗？了解了，这个要去把它对了，把它建立起来。现在问题啊，电子商务的问题啊，就是金流谁在掌控了，物流谁在掌控，资讯流谁在掌控？部长，你也不要怪金管会了。是，其实前端你发票开出来，根本你第一时间你就解决它避税的问题啊。但是你没有办法去稽查它，去要求它发票要不要开啊，你就丢回来啊。你甚至把什么你知道吗？把我们台湾的乡亲上网经过。跨境的电子商务去购买商品的时候，你最后也是想从最后金流端的交易明细当中去达到课税啊。你说不定就像我刚刚本来想问经济部次长讲的啊，你要用逆向课税啊。其实你第一时间没有办法掌握这个发票的这个凭证，这是你这边的问题。然后他那边有他的这个金流的一个问题嘛。我再继续哈，请教我们的那个财政部长哈。我讲一个跨境的人哈。请问你现在要求非居住供应商于这个消费帝国办理营业登记啊，如果不来登记你怎么办？这个这样委员，我们还没立法，现在还没有办法要求，所以我们在所以你今天写这个报告是白写的，你知道吗？没有，是写中长期啊，中长期措施。好，对，那你能够在你卸任之前哦，因为现在财长大家也知道新政府是谁的，能不能有一个你觉得你多年来的经验好，以你的专业能够提出一个办法提供。有，我们赋税署署长那些都还在，他们是事务官，所以他们在研究，没有问题了。不是，你这个写很久了，你包括以前也成立一个小组。是，我是说，你总是今天写出这个报告来。是，但是你自己在今天很多位委员的质询当中，你都说了，非居住的要来做营业登记。是，如果他不来，你也奈他，是无可奈何了。没有，我们有。刚刚我听答询都是这样。我交代，刚刚你今天报告要这样写的话，我真的其实财长在卸任之前，因为我认为你是非常非常非常优秀的，在这方面我已经交代署长了。我说这个确实要，不是说这个要等待，对，要严肃面对了。我们要刚刚讲要加速修法，就是设登记的部分啊。事实上，我跟你讲，你连那个关税法有没有，现在也是送到立院来了。是，其实实质的，你那个3000块每半年有没有，不得超过6次，那也是魔法当中也没有规定，到时候又授权你啊去按照那个邮包去比照那个快递的货物。是，所以我觉得你这个部分其实坦白讲是很空虚的啦。我希望能够有更具体，不要因为说520到了，我觉得你现在有什么本事可以拿出来，可以提供好的意见的话，就赶快来做。是，好，谢谢。
好，我们今日登记发言的委员均已答询完毕，那本委员会做以下决定：一、报告及答询完毕；二、我们由委员陈赖素美、李燕秀所提的书面质询，请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财政部、经济部、金管会以书面来答复。那第三，委员质询如果未及答复的部分，我们请财政部、经济部还有金管会在一周内以书面来答复。第四，委员质询中有要求提供的相关资料，我们也请在期限内送交各个相关的委员。那我们现在来处理讨论事项。那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金105年度的预算冻结报告案一案，它已经报告完毕。那是不是处理动之提报院会？我们请问各位委员，对以上处理结果有没有异议？好，没有异议，那我们通过。我们现在处理临时提案，有异案，我们请议事人员逐案来，把这个议案宣读。鉴于媒体报道指称，跨国企业投资取向已从寻找低税率转向寻求税务管理最便利、无不确定风险的国家，而外商对台湾的印象却是有些看起来符合税务法规的事，实际去做却被主管机关卡住，不确定性大且不知道要多久才会回复，因此被视为存在无法预测的隐性的税务成本。原此建请财政部应深入了解报道引用之争点，并就税务效率与透明度予以检讨或澄清，并做成书面报告送交本院财政委员会。提案委员罗明才、费宏泰、曾明忠等宣读完毕。请财政部来研究，应该没有什么意见吧？没有意见了。好，那我们这个没有异议，我们照案通过。啊，本次会议的议程全部进行完毕，我们宣布散会。